来，谢谢哈。来，市府各级处的主管，还有我们新闻媒体各位小姐、女士、先生，还有我们本会各位同仁，大家早哈。今天是5月9号，礼拜一，由民政委员会、劳工局、社会局业务报告及执行。今天市府政今天的政府单位都没有人请假。那现在本席宣布今天的会议正式开始。那这边我想首先也要争取我们各位同仁的同意啦哈。我们是不是由单位的主管做业务报告以后，我们再来进行执行，好不好？可以啦哈。那我们首先我们就请劳工局局长王局长来，请。好，今天主席林美燕林议员，还有谢龙介谢议员，我们赖美惠赖议员、曾淑娘曾议员、郭国文郭议员及各位议员，今天由劳工局来跟各位议员做我们的劳工局的工作报告。首先，我介绍我们劳工局今天列席的几位主管，第一位是我们怡保县怡护局长，紧接着我们黄惠美黄主任秘书，来，接下来就我们执行救护中心我们陈美妍陈主任。我们安屋科的庄正宪庄科长，我们劳资关系科的蔡旺廷蔡科长，我们劳资关系科的许怡锦许科长，接着第二排的我们就业促进科的沈淑敏沈科长，我们会计主任的赵丹凤赵主任，政工处的李坤荣李主任，秘书处的刘荣生刘主任，我们人事室的黄旺顺黄主任。接着我们就报告我们劳工局的，首先跟各位议员报告的劳动条件业务的部分，在我们的工作报告的第37到38A。我们为了建立符合法制规范的劳动职场，所以我们辅导雇用30人以上事业单位，针对工资、工时等相关劳动条件订定工作规则，既有4760家的事业单位。我们有效建立合法的管理规范，致使权益义务能够明确化。在受理劳工申诉案件部分，既有1367件。我们透过劳动检查对相关疑义辅导来改善，或针对违法部分，依据劳动基准法等相关规定，依法有采取共的524件，我们保障劳工权益。我们以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南区职业安全中心合作，在104年的10月到11月间，针对年度劳基法修正的重点进行法令宣导。我们104年共办理了13个场次，约有1240人来参加。那我们在104年11月13日，我们在关子岭劳工娱乐中心办理新时代104年劳动基准法的变革的论坛，邀请劳资政学者专家就劳动基准法工时制度的修正，如工时修转为每周40小时后，我们本劳外劳的冲击及应应的措施等提出研讨，也有150名的事业单位的劳工代表参加。我们也主动的走入校园宣导青少年工读权益，协助学生了解自身的工作权益义务，以免日后因不按法令而导致权益受损。104年8月到12月办理的10个场次，约有2500人来参加。我们105年3月18日、24日共办理了2个场次的劳工退休制度法令宣导会，我们讲述劳动基准法令对救治的劳退法令、劳工保险法等相关课程，共计也有250名事业单位代表来参加。我们还有外籍劳工管理的与服务的部分，我们办理外国人聘雇管理等相关先导活动，104年共办理了16个场次。我们的受理外劳咨询服务案件计有2461件。
我们受理条子外劳以雇主或仲介之争议案件共计有865件，我们办理外劳查查，针对聘雇外籍劳工之雇主进行实地查查，计有6829件。我们以专勤队市警局办理联合稽查的部分，对指派所聘雇之外国人从事许可以外工作，或聘雇未经许可之外国人工作，及雇用非法逃逸外劳等违反就业法案的案件，依裁处外共有135件。接着为大家来报告就业促进业务的部分，在工作报告的第38到42页。我们强化本市私立就业服务及执行机构的能力，落实管理保障市民求职及职业训练的品质。我们辅导辖区申请附设私立职业训练机构共计有1家。我们104年8月1日到105年3月20日，即往市社团法人中华民国科技工业安慰防护协会附设台南职业训练中心等4家，经访查结果有2家符合规定，另2家设备及场地有待改善，所以我们持续进行辅导，并函请县级改善。我们办理之前通报业务的部分，我们掌握劳工之前状况，以力推介再就业，建构公平安全之就业环境，消弭就业歧视及求职诈骗，保障劳工就业机会平等。为保障本市一应留职停薪劳工的权益，我们在104年下半年度总计追踪1007人次，受理申诉有关性别工作平等案件104年8月1日到105年3月20日，总计有46件，召开就业歧视评议委员会有4次。我们在104年10月16日，我们也办理了职场评选及性骚扰防治研习会，以及高中之以上的校务单位对劳工法令的一个研习会，共计2个场次，加强雇职工作一个评选的一个观念。为落实性别工作平等向下扎根，持续办理校园行为劳动法令行动列车的先导，104年8月到105年3月，共办理了3个场次的先导会，有600人次参加。104年度办理防治就业歧视先导活动，实施计划应用电子看板、公车等媒体工作进行先导，总计先导人数达70万字以上。为严格监控本市事业单位之前员工，加强办理之前通报与就业保险法非自愿离职名册比对，我们104年8月1日到105年3月20日受理之前通报，计有2819家次，我们的还有人次是5207人次，我们勾机比对了2310笔。对促进身心障碍者就业落实照顾弱势之情之政策，在职业重建的一个业务部分，我们提供个别化的职业重建服务。104年8月1日至105年3月20日，即评估及开案166人，咨询1138人次，另就近提供20个据点之职从窗口至点来服务，共计服务了505人次。身心障碍者职业辅导评量的部分，我们委托芦苇启智中心及瑞富启智中心，透过评量工具提供合适之就业方向。104年8月1日到105年3月20日，计服务了46名身心障碍者，共服务1563小时。身心障碍者自职性就业服务的部分，自104年8月1日至105年3月20日，合计共拜访厂商140所家次，推介成功50人次。身心障碍者居家就业服务的部分，我们104年8月1日至105年3月20日，即辅导16名进行产品销售之在家就业服务的部分。身心障碍者庇护工厂庇护性就业服务，目前设立许可之庇护工厂有4家，分别为创意应物设计庇护工厂，提供了7名庇护生就业服务。社团法人台南市心智障碍者关怀协进会附设的展翼烘焙坊，提供了12名庇护生就业服务。
另外，财团法人台南市私立林心眼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附设的林心眼庇护农艺工厂提供了12名庇护性就业服务，还有一家集贸专业庇护工厂提供了6名庇护性就业服务。那另外，身心障碍者职业训练的部分，我们在104年身心障碍者职业训练自8月1日到12月31日，既有时尚创意手工制作班等2班次开训，即参训人士有40人。105年，我们的预计在规划办理12个班次，预计要招训210人。身心障碍者职务再设计的部分，104年8月1日到12月31日，即申请了25件，核定补助20件，核定金额为42万5696元。105年1月至3月申请了25件，核定补助12件，核定金额为28万3600元。自建视障者就业的部分，104年8月1日到105年2月29日，共办理了身障按摩先导活动34个场次，辅导盲健客视障按摩有限公司、南莽视障按摩有限公司2家中型按摩院企业化来经营，以开阔视障按摩市场。办理10大旗舰计划温暖大台南之弱势劳工团体及关怀团体便利计划的部分，104年8月1日到105年3月20日，我们安排了专业委员进场辅导，既有14个单位协助提案申请计划，我们的团体共有24个团体申请多元计划核定通过执行，其中里面有一个是原住民团体，我们核定了94人，其中原住民身份的就业就有3人，核定通过，总金额达到3033万3996元。104年8月1日至105年3月20日，我们辅导民间弱势团体引领便利就业计划，我们共有1案核定通过，上工人士有16人，核定经费达1883万元。另执行计划，我们共有8案，上工的人士有79人，计划执行总经费共达5546万7600元。另外，我们呢办理的温暖大台南，格外有晴天，台南亮起来的台南市身心障碍者及弱势妇女服务计划的部分，晴天创意逐梦坊及秀阁楼自100年12月成立，以协助超过214位身心障碍单位、弱势妇女、新住民及网络虚拟平台及实体销售平台的部分，所以我们到了104年8月1日到105年3月20日，我们销售金额410万元，累计到目前一共销售了2024万元。我们的积极以观光景点、庙宇及企业洽谈实体展售的合作据点，至今也开发了29次的实体展售区域。我们也办理了2个场次的创意市集的活动。我们104年办理专业职能训练课程有56个小时，我们教导晴天坊的伙伴及秀阁楼的阁子如何运用网络进行行销，增加产品的曝光度。我们另外一个部分也建构身心障碍者人力银行资料库，我们透过访视了解台南市身心障碍者的专长、就业相关资讯，以进行就业媒合服务及转介职业训练的服务项目。我们104年8月1日到105年的3月20日，即访视问卷人士达1960人，我们共提供就业辅导及媒合330人次。以上身心障碍推动执行，经我们的经劳动部评鉴为荣获为优等奖及业务创新特别奖。紧接着跟各位议员报告劳资关系科的业务，在工作报告的42到43页。我们为了落实劳工团结权，健全工会组织，所以目前本市既有市级总工会5家，产业工会11家，企业工会53家，职业工会336家，企产职业区工会的会员人士共达229570人。为了保障
劳工权益妥善处理劳资争议的部分，我们104年八月到105年的二月，计受理880件劳资争议案件。我们经调此后，劳资双方达成共识的比例为72.16%。我们在关子岭劳工娱乐中心进行第一次社会对话，打造永续迎向未来劳工议题论坛，希望透过论坛与工会领袖产生共鸣，有180人参加。我们是一场智慧经验的交流，激发创意，凝聚向心力，一起大步的向前行。另在青年团体协议辅导业务的部分，也已经劳动部评鉴为优等，即我们的克服各项的困难，完成奇力光电之前会电厂案，在我们的105年的二月日，这个款项也汇入劳工账户，总共电厂之前会的金额高达4700万。劳工安全、劳安福利业务的部分，在工作报告的第43页到45页，我们推动公安自主管理，建构安全工作环境，为持续降低职业灾害，有效改善地方产业工作场所安全卫生环境，达成职场减灾的目标。针对辖区高风险事业实施公安先导教育训练及改善辅导等减灾策略，将劳动安全观念与意识向下扩展至基层，以建构职灾防护功能。104年八月一日至105年三月20日，防灾防事辅导974场及校园先导，具有150人参与；教育训练161班，有17950人次；劳工健检有233家，具有21688人次。我们更结合了社会资源，协助职灾劳工重建就业的信心。我们104年八月一日至105年三月20日，提供个案服务134人，咨询服务3233人次，主动关怀3299人次。在加强职灾劳工及家属照顾，凡因职灾死亡、失能或受伤者，我们发给慰问金，以减轻职灾劳工家庭生活至于经济的压力。104年八月一日至105年三月20日，我们发送死亡慰问金有32件，计960万元；职灾失能慰问金21件，计150万元；职灾受伤自愿慰问金245件，计105万元。另外，职灾劳工参加工作强化补助交通费用，我们104年八月一日至105年三月20日，共计补助504人次，合计金额有54000元。我们得积极推动劳工福利事项，提升劳工福祉。我们辅导工厂或企业组织提拨职工福利金，办理职工福利试验，促进劳资和谐，共有1578家。104年八月一日至105年三月20日，辅导设立扶委会计14家，辅导主委扶险或改险的部分有62家。我们更善用劳工资源服务人力，强化劳工行政服务的品质。我们目前共有志工376人，104年八月一日至105年三月20日，轮组实事共达5274小时，职灾访视慰问及邮寄关怀问卷计有2004人次。我们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服务，104年八月一日至105年三月二日，法律咨询服务共计有240件。我们更结合专业志工及人力资源，协助弱势劳工家庭进行自宅改善，以104年八月一日至105年三月20日动员志工，共计有484人次，共投入了协助完成9户的房屋修缮，目前还有3户在进行修缮中。到目前共已完成了43户。我们104年八月一日至105年三月20日，温情义检量力容颜，也动员了597人次的志工，共同来投入服务。我们有2310个弱势者，我们接受我们义检的这样一个服务的工作。接着为各位议员报告就业服务与职业训练业务的部分，在工作报告的45到52页。为了提升市民的就业率，积极开发争取工作机会，办理各项征才活动，
办理大型就业博览会的部分，104年9月5日以仁德区台塘嘉年华购物中心办理第三场次的就业博览会，共有90家厂商提供5233个职缺，求职者参加人事 A 4500人，共有1775人次，投资利率、书面率、初步媒合率达60%。104年10月7日，以南荣科技大学办理104年度第四场次的大型就业博览会，共有63家厂商提供3101个职缺，求职者参加人士有2500人，共计有747人次，投资利率表、初步媒合率为68%。寒假攻读联合征才的部分，我们分别以105年1月23日、24日甲南门劳工娱乐中心及明治市政中心举办2个场次，计有73家厂商释出2640个就业机会，我们的初步媒合率为73%。中型、小型单一征才活动的部分，自104年8月1日至105年2月29日止，总计办理162场次，参加人士为6119人，初步媒合率为64%。我们更有到场的一个到家服务的部分，至场媒合的部分，我们的建制统一实业、呱呱眼、夏兴国际、东洋实业、茂迪、南茂等6家厂商的厂区，我们104年8月1日到105年的2月10日，共计办理的99场次的征才活动。在就业媒合绩效的部分，在求才服务的方面，104年8月1日到105年的2月19日止，一般求职及特定对象服务人士总计共有50366人次，其中受理求职登记计有5292人次，求职推荐就业成功人士计有3234人次。在求才服务的部分，我们自104年8月1日至105年2月29日止，受理1173家厂商登记，总计开出24363个职缺。我们的建构行动装置求职求才的 APP， 扩大就业服务的网络。台南工作好找 APP 自102年12月上线，到目前105年3月23日止，共计有33577下载的次数，共有10149人次求职及求产。我们协助就业弱势族群的部分，为了降低进入就业市场的门槛，共办理了7个场次就业服务讲座及1场联系汇报，以协助顺利进入职场就业。我们为协助中高龄、外路配及身单家计者的特定对象就业服务，我们104年办理了2个场次的就业讲座，2个场次共有243人参与。105年，我们将继续办理2个场次特定对象就业讲座，我们预计会有200个人次来共同来参与。我们为了协助原住民就业，我们共办理4个场次的原住民主就业的讲座，为协助更生保护人了解近期职场生态及相关就业权益，我们特别与法务部矫正室、台南看守所携手合作，以10月16日建议里面办理更生保护人就业讲座，共计有140名学员来参与。在求职者转介甚至就业咨询的部分，104年度为加强协助行职能力薄弱的特定对象及就业弱势之一般求职者，办理职业适性诊断计划。我们经服务员评估后，协助转介深度就业咨询，后安排 CPS 测验，由心理諮商或生涯规划专业人员提供个别化的专业深度就业咨询服务，以协助求职者寻找职涯方向，解决就业困难或障碍，或经由职业性向诊断工具了解个人职涯方向。104年共受理80人次求职者申请咨询 ，CBS 也试测了200件。我们也成立了青年创业基地，协助青年实践创业的梦想。我们着手规划南营丽都新地下闲置空间，成立台南青年就创业基地。我们就业论坛活动的部分，104年我们举办了青年创业论坛，
共有又六位的这样的一个专业领域的创业在家来与大家做分享，我们共有173人来参加，我们也积极办的实现品质，提供市民优质职业训练的部分。我们参加 TTQS 人才发展品质管理系统评核，连续五年得金牌。我们更以青年失业者、在职者、做事之前及内部尊严等五大人才发展定位规划就业及提升人才发展这样的一个蓝图，突破公务机关僵化的思维，创建差异化人才发展的体系，产出多项的全国首创或全国唯一我们人才发展创作的这个新做法。我们荣获了第一届国家人才发展奖、机关团体奖及个人杰出奖的部分。为展现职业训练多元化，我们的104年12月6日甲台南市体育场办理104年度执行成果公益活动，展现多元训练课程、训练成果及回馈社会。我们也要积极的办理职业训练，缩短职能落差，培育人力资源的部分。我们共办理的局长，不好意思哈，局长，我们工作报告简单扼要，我想我们的同仁有很多想发言的。你的工作有做书面报告嘛？哦，所以我们也看到我们劳工局局长非常的认真哦，将他的工作报告说得非常的好啊。那我想你已经有做书面的报告，那你还有想要再做重点补充吗？好，那就以上跟各位演做报告，谢谢。好，感谢我们局长哈，因为，哎，谢谢你哈，谢谢。来，请我们社会局长，那我们也是一样哈，工作报告内容简单扼要，因为我们所有同仁都有接到书面的报告哈，来请。主席，我们。洪家珍议员、吕维应议员、我们曾顺良议员，还有我们谢龙介议员，以及所有的议座，大家早安。社会局在这边做报告之前，先介绍本局的同仁，我们的主秘，我们刘启崇刘主秘，还有会计室代理主任徐姑玉妹，还有我们的人团科科长曾淑如，社会救助科科长杨瑞美。老人福利科科长李芳如，来声音大一点，声音大一点，他是声音太小了，声音大一点。身障福利科科长徐乃文，护儿少代理科长黄耀德，家防中心主任郑妙君，照管中心主任洪明婷，社工及家庭福利科科长郭圆圆，人事室主任胡家凤，政风室主任黄子田。秘书室主任郑俊杰，以及仁爱之家主任蔡世瑞。社会局的书面报告从53页到69页，那我做一些摘要的报告。那本局致力于健全社会福利体系，建构社福资源网络，其中更以照护弱势为首要，期许本市儿童安心成长，妇女自信闪耀，长者健康乐活，身障者不再孤单，并善用志工资源，共同创造实现充满热情、欢乐与幸福的城市。摘要报告如下：首先是第一个点，推展社区组织成为在地福利服务基石。我们透过实地的辅导访视，推动社区互助，发展社区特色及在地服务。那另外，我们在今年，在104年全国社区工作评鉴绩优，也获得优等的肯定。那我们多元的社区培力、方案辅导跟联合陪伴等辅导策略也很成功，让许多社区展现他们优异的表现。最有名的就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后壁市安社区贩售、生产、贩售无毒米，并将盈余利润回馈社区。让独居老人、社区的独居长者就医接送、送餐等服务。那另外，在志工的面向，我们扩大志工参与，编织各项领域的志工服务网络，透过多元服务方式进行宣导、行销与培力，鼓励老人家参与志工服务行列。另外，我们志愿服务推广中心的功能，我们也在强化。我们透过联系教育训练。联系汇报、交流工作坊、计划实务撰写课程、焦点座谈等等，强化社会福利志工队的运作跟运用。第三，
我们这个银发志工的推动，银发志工大台南用热情回应城市精神，在107-04年也荣获第七届全国高龄友善健康城市的不老奖。那这个部分是我们银发志工的一个充分运用的一个肯定。那另外就是我们救助的部分，建构完整救助体系，加强照顾经济弱势家庭，透过落实社会救助，确保经济弱势家庭基本的生活照顾。除了包括原有的各类补助外，我们也新增了妥善运用民间资源，积极协助民众积极纾困。譬如近亲家庭免于陷入经济危机的弱势家庭住宅改善、弱势家庭居家环境改善，以及推动18岁以下在学弱势家庭学生爱心参券，以补充现金救助的不足。另外，比较新的就是淑慧来到社会局之后，我们推动低收入户审核未过的家庭，我逐一的要求社工逐一访视。那透过这样的访视，了解个案的需求，挹注民间资源，让他们的福利身份转换时期能够安然度过。另外也比较新的就是简化本市的急难救助流程，希望增加弹性跟受理单位。过去受理单位几乎都是公所，那社会局这个能够透过本局的各家庭福利服务中心的社工去做访视，那在社区中从发现到受理并直接接案，一案到底，含追踪辅导的关怀。还有一个比较新的就是我们的脱贫方案的推动，我们办理看见未来逆转人生展翅高飞的脱贫方案。那第四个是我们在儿少关怀的部分，我们除了原有的各类补助外，我们新增的我们回应社会的需求以及议员的指导，我们儿福中心跟青少年中心从105年起都由收费转为基本设施不收费。那另外就是增加12岁以下临托的服务安排跟媒合。那在104年下半年开始，我们推动这个儿少社区关怀据点的希望小屋建制计划。那从24个儿少关怀据点里面，我们试办了五家的希望小屋的一个成立跟办理。那也很快的，从104年9月办理，在105年初，我们就获得南高屏地区社会工作专业人员表扬的年度最佳方案奖。那这个鼓励我们持续的在儿少关怀据点，会在扩充相关的一些才艺的一个培育，让孩子能够从学习中、从表现中、从上台这个自信的这个展现，来让他们有更多的一个学习。那在妇女的面向，我们强化在地妇女团体的组织能力，丰富妇女服务的内涵。除了推动妇女权益倡导、性别平等研习之外，我们在今年下半年105年下半年也会开办台南市妇女馆，打造一个妇女休闲、文化传承以及共学的天地。那另外就是在新住民的部分，我们增进新住民面向的一个建构完善服务网络，我们期待能够建置新住民家庭服务家庭服务中心跟社区服务据点。那目前有3个家庭服务中心跟9个社区服务据点，那提供本市新住民电话咨询、个案辅导以及他们多元学习机会的管道，那更协助更多新住民快速融入社区。那在身心障碍的部分，我们推动国际健康功能跟身心障碍分类系统鉴定作业与需求评估，举办居家式、社区式的服务，强化身心障碍者全人的照顾，包含了我们筹组这个专业团队进行需求评估，落实推动身心障碍者鉴定跟评估的心智。那另外我们也加强日间跟全日照顾的服务，设置绵密社区支持网络，那有23个日间的小型作业所，让这个身障的民众能够到小作所去做一个学习跟这个工作的职能的一个开创。那另外我们也办理视障、智障的中途智障者生活重建跟家庭支持服务方案。
还有我们辅导成立身心障碍社区关怀站，另外我们办理支持家庭照顾者的各项服务。那协助有一个比较新的要跟议员分享，设置无障碍的一个新的展示屋，提供民众更多职能跟训练。那我们在这个弱势无碍平等对待身障者无障碍生活网的一个裁缝匠的一个方案，我们也获得104年全国健康城市平等奖。那依身心障碍者食住行乐的需求，推出实在有趣、住得安心、行动自如、乐活无碍等四个计划。实在有趣有包含这个用餐的这个部分，就是友善无障碍餐厅的设置。那身心障碍者营养餐饮设计比赛跟食谱推广两个计划。住得安心呢，包含了这个住宅的改善；行动自如则是针对身心障碍者最重要的生活辅具，推出生活辅具障碍车。那乐活无碍则推动身心障碍者体适能中心，这个也是全国首创。那老人福利的部分，我们加强经济安全面、友善高龄面以及独居老人面的一些推动，还有六大旅游路线的一个择业的一个印制发放。那我们在独居老人的部分，我们有这个贴心的一个服务，宝贝长者贴心服务，包括了这个这个预防走失的手链，包括了我们爱心商店1000多家的创置，包括了我们的一个这个不断电系统的一个安排的这个还有一个建置。那另外也就是紧急救援系统的一个建置，让他们在这个安全上能够有更多的一个保障。那另外就是我们的这个首家的多层级老人照顾机构也将在5月份开办，也就是我们原来的台南委外由树和基金会营运的一个多层级老人照顾机构。那在长照的面向，除了第一个预防跟健康促进的部分，我们有379个这个社区关怀据点的一个服务，在各社区一里一个据点来做一个预防跟健康促进的一个活动相关活动的安排。另外我们在长期照护的部分，我们持续办理居家服务、日间照顾、失能老人交通接送等等的，还有家庭托顾等等的一个服务。那日间照顾我们已经达到22家日间照顾啊，从去年的17家目前已经达到22家。那我们未来追求一区一日照的一个这个日间照顾的一个服务。那比较新的是我们将在这个下半年度，我们台南市就是说社会局这边有募得一部的这个沐浴车，所以台南市将有第二部的沐浴车来做一个西北跟偏乡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这个沐浴为失能老人、失能长辈的一个服务。那另外就是我们在这个新的一个连结资源的部分，我们荣获了这个社区照顾关怀据点全国第一届卫福部的第一届经典奖，我们卓越县市奖。那这个照顾关怀据点就是由本局主责的一个任务。那接着是我们的家暴防治，家暴防治就更续我们过去所办理的包含了我们的3级预防机制，还有我们在今年值得跟议员做分享的是我们104年度卫福部我们推动家庭暴力，我们评鉴荣获优等。那另外我们一个比较新的就是家庭暴力高危机涉及公共危险罪案件，我们提列全国的防暴联盟也获这个优选跟最佳人气奖。那这一些部分都能够保障我们家庭暴力防治的一个措施的一个更深入、更深化，然后更广的一个推展。那另外在今年也会有一个比较新的，就是我们将有第8个家庭福利服务中心在安南区。那我们家庭福利服务中心新的一个方向，我们追求社区民众需求跟服务为导向的一个新面貌。我们以服务为一个导向，那我们预警北门跟安南区都在今年逐步完成新的一个服务面貌的一个建制。那另外就是我们办理相关的一个街友的部分，
那皆有我们除了照顾关怀之外，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办理有机农友梦想起飞皆有农场耕种的自立计划，那盼望透过他们从无业状态培养他们的兴趣跟能力，那能够透过这样子的耕种，那获得他们的一个自信心，也获得他们的一个成就感，最重要他们还可以透过这一些耕种之后来作为他们的一个贩售的一个基础。那另外在0206赈灾社会局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我们有三大面向，第一个面向就是43万笔的这个善款，我们本局的同仁逐笔开收据，亲自开收据，亲自制作谢卡，亲自邮寄。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慰问金的发放，以及各个实施计划的一个推动。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将近本局的100名社工，一户一社工，来做这个关怀，落实关怀，短中长期的一个关怀。那面对少子化的一个日趋严重，面对人口老化的一个快速，面对无法落入贫穷线边缘户的增加，社会局在这个建立良善的育儿环境，育儿家庭适度的经济支持措施，老人的多元的社区照顾体系，完善择优的长照服务，以及我们透过民间的力量提升经济弱势家庭子女的竞争潜力跟自我能力的开发等等，都是本局刻不容缓的努力目标。我们自我期许能来感谢我们社会局刘局长哈，非常感谢我们两位局长哈，这么用心的做一个就是口头报告。那当然在书面报告也非常齐全了哈。那现在我们两位局长已经报告完了，所以按照我们本会议员执行的办法第三条第二项规定，业务执行的时候，我们该委员会议员如果有到现场的话，他将有优先第一轮的执行，时间为10分钟。那第二轮呢，就不分委员会，按照议员登记顺序来执行。该委员会的议员在执行的时间为10分钟，那非该委员会执行的时候是5分钟啊。好，第一轮是10分钟，第二轮是5分钟。那该委员会会议员在第二轮执行中，如果他到了现场，我们也会让我们该委员会的议员优先在下一位执行，时间也一样为10分钟。那待到了第三轮以后，依照登记的顺序，每一位议员他的执行时间为10分钟。那以上是按照我们的议员的执行办法来做一个就是执行。那我们现在两位局长也已经报告完了，我们现在就正式我们议员的就是执行。那现在我们有看到登记有5位，我们的同仁啊、哦，5位。那因为在里面这5位议员里面有2位是我们委员会的委员，那我们依照就是规定，由我们曾顺良我们的委员先做发言，请。局长，你咪徛起来，我坐你遐。哦，啊，报告甲像拢真好听呢。这个一定0206到今一定3个月啊！啊，你头拄啊讲的，敢那善款拄啊有43笔，43万笔，无我讲唔对，43万笔。是。啊，你讲收据拢开了吗？未，我是讲咱拢亲身开，咱可能爱开到6月底。开到六月底，43万笔拢咱家己哩，咱家己同仁家己做，无委外。啊，按本会有同仁哦，啊嘛去管20万，啊够进就对啦吼。啊，收据拢还袂开。是。我感觉按社会局就对啦吼，要加把劲，要加把劲。这0206。地震就对了，地震的灾难，善款拢总40几亿啦，
进前无偌久，按记者会有讲到，打花换慰问金，包括所有较开钱的两亿外。你甲想讲，这灾区的对，这受难者啊，哦，灾区的受难者，按将心比心啊，这捐赠人的初衷是要冲啊，让他们重建他们的家园，赶快恢复他们的生活秩序。但是呢，按近年的对了吼，迄、那个我甲恁讲，含按近年我感觉按的市长拢甲重点就对了吼。按即摆台南市，原有的台南市即摆像咧次等国民啦。啊，若听到原有的台南县就对了吼，拢是一等国民。你看像吊车就好，规个就是偏拢吊阮东区。啊，用甲寸草不留，哦，啊那捐款的，住伫台南县的赔了，爱赔8%，啊那捐一万台南市的50%，伊后过要创哪拢叫台南县甲支持了。真正人的初衷，他搞错了，什么后的善款，要讲用淡什么土壤异化，土壤异化是一个灾难的地动。一个总检讨，对是倒有土壤异化，这是按的政府爱去偏污省去解决的问题。这捐赠人的初衷不是要叫恁做这个，是要叫恁赶紧来帮忙这人重建家园。到今我看3个多月，按的效力就对了吼。那要含人北关区比啦，实在讲哦，差人差有够多啦。这些人真艰苦，含家行拢无伊啊！这偌急迫性，您敢知啊？我们市府的官僚体系袂使安尼做，所以我伫遮甲你提醒，你身为社会局长，我即摆阁请教你，阁一点，迄、那个电台迄个志明啊，哦，伊嘛有咧共募款，啊，民众拢会捐款。即个民众的捐款是开予志明啊，还是开予民众？哎，应该是会开予民捐款的民众。开予捐款的民众。是。啊，迄、那个伊讲，安市政府有接到志明啊电台遐捐款无？有。有。嘿，透过他有转过来，那也都有名单给我们。拢有名单互恁。是。啊，恁是开予民众，还是开予志明啊？开予民众。开予民众哦。是。我甲你讲哦，我们市府就对了吼、哦，迄、那个对于这个善款的捐赠哦，要严厉的把关呐、啊，务必要做到真正帮忙这些受灾户。是。安基，这不是我们市府的预算，这是来自十方各方面各地方的善款，所以我们。一定要严谨把关，务必要做到透明化。刚刚甲议员说明一下，咱即马目前哦，咱公布的这个支出有5亿多了，就说我们支出的部分。顶、哦、回啦，那也要对。我甲你讲，无开会啦吼。这5亿多是要算啥？要甲议员报告。你感觉五亿多足济啊？无，要甲议员报告，就是讲咱人的部分是归社会局家。啊，即马阁有分 A、B、C 的无？阁有咧分无 ？A、B、C。嗯，啊，台南县迄、那个 MHT 聚焦拢伫遐，遐人着爱赔8%，啊 MHT 无聚焦的所在着50%就好啊。诶、欸，这不要这么分啦，大家家行拢无去啦，不要换政治化。我甲你讲正经的，安尼是唔对的啦。社会叫关怀人。啊，你刚才讲一个理由，讲啥物？因遐第一时间拢坍塌，当然遐抢救，规个人力物力拢投注伫遐。当然拢投资你啊，但是因取得理由就讲，因袂当你要搬物件，啊，村的人会当你要搬啥物件？我请问你，要搬啥物件？这个理由实在太牵强了啦。这个幸福大楼跟这个生产市场东区的生产，你卡等下讲，我来讲，这理由太牵强了。你们要评估一下，唔好安尼。我跟你讲，唔是安尼用的啦，真正。这是恁是一个，那所讲，你。帮忙去处理关键善款，恁政府单位是爱做一个平均的分配，
让他们得到真正需要我们给他协助。这是不是安尼？是来自各地方的。安无乌白去，那小公为讲百分之百为百分之五十，这是一个不对的政策，你敢知影？哦啊，这是我要甲你提醒的。啊，到今用五亿几啦，三个外月啊。啊那这个钱我搁来强调一条，绝对唔茫人提起做啥物土壤异化。土壤异化是要列入伫即道灾区遐有哪有厝，迄栋大楼伊个土壤异化这安无话讲。啊，若是检验遐无灾区的，伊检验起来土地拄啊土壤异化，迄款也要共用即款善款，那是连一滴道理都无。恁知影毋知？就我所知是无啦。哦，无就好，无上好，我是甲恁提醒。哦，啊，搁再来，我要请教你，安就对啦吼。迄个社会局对这个社区发展、社区发展协会，诶，一寡迄个。那小公，迄、那个所在内面的派去有诶无诶？恁一万块以内诶，拢是区公所去处理，哦，这我会当接受。但是呢，超过几啊万诶，恁社会局嘛无要处理，嘛是同款要踢落区公所。啊，区公所敢有遐经费？我请教你，恁敢有经费哦？区公所，区公所敢有遐侪经费？啊！恁个一冬检讨一摆，一冬讲检讨一摆，检讨一次。恁社会局有一个迄落评审会，检讨一摆。啊，若是今年报来的就对啦，未赴通检讨啊，搁次。恁会当安尼吗？安尼填恁这个社会局就对，要创啊，要创啊！迄落急迫性的物件，都真正爱赶紧去维修维护，迄也无官员甲恁讲。恁要做的，唔做的，拢踢落区公所，啊，区公所钱要对对来。我实在吼，真正互恁社会局真正拍牌啊！我甲恁讲吼，我做议员够称就对啦吼，我坦荡荡，我为民服务，就是爱务必感觉讲因有需要，我才会去替因争取，无需要的。俺就是爱去现场勘查，我去现场勘查，上恁遐上一档啊，够劲就对啦吼，伫遐踢来踢去，我恁讲正经的，恁真正让我有够失望的，恁这个社会局哦，我感觉形同虚设，真正的。啊，若报告书写出来哦，富丽堂皇，讲到恁秘书代志做偌济，按目前的市政府哦，真正那是真正要用安尼就对啦吼，对付所有这民意代表，真正的。你甲看着办，真正，互我资料收集好吼，互我收收的，因为吼，我甲你讲，我的资料收集好啦，像恁这款心态就对啦吼。我甲恁讲，爱去维修的物件，从旧年资料送出去啊，区公所也报起你啊，恁就是伫遐踢来踢去。好，你搁啊踢看卖啊，真正，搁啊踢看卖啊，真正。刚刚会当互我说明一下，一撮时间。有你说明啊。这个部分是公所伊遐。无报起来，公所无报起来，因为咱拢是年底爱报，年底爱报，年初来审查。咱即届今年的已经立定个话，你安尼你阁比我较无清楚，我本人去勘查的呢，本人去勘。来，给一分钟。去勘查你有去无？头一摆我去勘查，迄阵伊还袂做社会局长，你有去无？啊，即马我问你，啊，即马有做无？敢有做？因为伊迄个当初是勘查的时阵，是104年度的年初去勘查的。但是，阮这个105年度在申请的时候，那个公所没有送案进来。所以我即马就这来讲，这就是重点啦。因为现场勘查的一寡人事物了，对啦。这你若感觉有急迫性的，金额也毋是足侪啦，像一个电话尔。嘿，也无管伊。你若讲叫区公所去做，啊，区公所恁有伊啥物钱？毋是讲叫区公所去做，阮是希望伊紧报起来。啊，但是公所区公所讲伊报起来啊，你讲伊无报？无报。啥物理由拢恁改编的？啊，我若即马去问区公所，区公所讲报，可中你要负责？
105年无报。你那有签？无，105年无够报啦，嘿。啊，伊已经无一票的时间，已经超过阮收集人所有的总数拢报的时间。啊，所以阮有甲伊讲，伊爱搁报，啊，伊无搁报。好，好，感谢。恁这个社会阁毋是洗手，无是呐？所以你甲我查看卖啊！啊，2206的灾款就对啦吼，我甲你讲，务必就对啦，爱较紧哦，甲这些人重建恁的家园，看恁的条件是要安那，要都跟还是要安那？务必真正，啊，搁一点上个重要，绝对唔茫去讲分啥物，迄落讲因会当搬物件，袂当搬物件，大家讲拢无会变哪搬。我会早等伊转达。煞等于转达，因为公务局甲都发局咧处理议员他拄仔所讲的这个代志，啊，我来转达，感谢议员。来，那下一位由我们的王家珍，我们本委员会的委员。那个王局长，我跟你请教一下，我们劳工中心是不是有一个对外这个方便大家在台南市停留的一个据点嘛？对不对？收费的嘛？你说青壮的是不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弄错，我是说，譬如说我们假设有客人来的话，我们可以介绍他去那边住嘛，是不是？我有没有弄错？你说我们的劳工移动中心的部分？对对对，是嘛？对不 对？那已经很多年了嘛，对不对？对，我们有两个移动中心，就是南门是我们主办的，那头茂那个关子岭又是委外的。所以关子岭又是委外的嘛，那南门是我们自办的，那这个两个地方的收益怎么样 ？OK 吗？现在应该都还蛮理想的。南门我们的已经自负盈亏，我们也是能够有赚钱吗？对对。那你说关子岭统茂那边的话是多久了？已经所谓的现在是卖是第十三年了。就是说台南县时代一直到今天嘛，他那边的那个平衡损益状况怎么样？那边我们不管他损益不，我们照我们的企业里面 ，OK， 就说我们一样收权利金嘛。对对对。那请教一下，我们那边是收怎么样的一个权利金？年度是怎么收费的呢？这个部分是不是我们政建科长他的 A 务科来跟你说？好，来让我了解一下那边我们多少年了，我们市库是入账怎么样？麻烦一下科长。跟你演报告，那个关子岭劳工营业中心，它每年的营收就是，它有分那个租金，就一年固定要缴630万。那经营权利就依它每年度的营运了，它一年度大概营运1亿啊，哈，那提拨7%，就是大概700万。所以我们至少一年会营收1300多万这样子。所以关子岭的统茂到目前为止一直是这样子的一个市库入账。前十年的企业是6%，所以前十年大概是合计大概。我们最近新签的约多加了1%，是这个意思吗？是是是。OK， 好，那我请教一下局长，科长你请坐。那如果这样子相比较的话，我们自己在管理的台南市内，我们的收益，当然地点不同，风景区的状况很不一样，我的意思说比较起来差多少？这个营业额是差蛮多的，因为他那边是一个风景区，那我们这边的租赁房间也比较少，我们这边一共只有54间的房间。OK，所以事实上来讲，那边对市库的入账是稳定的，而且随着我们重新签约，又多增加了1%的成长嘛，对不对？对。好，那没关系，我了解一下。来，这个社会局长。局长，你们办了母亲节的庆祝表扬大会没？办了，29号。29号。4月29。4月29。那我想请教一下局长，这是全市的还是你们各区的？全市。全市的，局长。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我们身为民意代表，各区，我的了解都还有各区的母亲节表扬嘛，对不对？但是全市的。怎么都没有让我们民意代表一起来为我们敬重的乡亲长辈增加一点这个我们沾他们的喜气，我们给他们送上祝福，好像你们都没有通知本会嘛，对不对？是。你
点头是什么意思？没有通知本会吗？没有通知。对，那你们没有通知本会是？是。我就很客气的请教局长，是你们把我们忘掉了呢，还是你们的长官说没关系，通不通知都不要紧，不用通知呢？因为我们是在这个时间上很缩短这个时间，那我们事先没有。局长，特别 的做这样子的安排。局长，那我想我会下一次会特别注意这个部分。局长，我跟您说明一下哈，就是说从去年前年底到现在，府会关系很不理想，哈。那如果从我们在野党的解读的话，我们对赖市长的执着傲慢，我们有我们的看法在，但是作为你们局府内的干部，你们这些一级长官们。在一些处理方面，你们应该是协助化解府会关系的一个解套嘛，对不对？像母亲节这么一个温暖的节庆，这么一个重大的活动，我听到了，像我这样的明代，可能我比较不是特别善于去四处参与活动行的，但是有很多我们的民意代表，他们看重一些重大节庆跟他们选区民众的互动，尤其这样子一个母亲节的重大盛典。那我不知道局里为什么今年会忘掉本会，刚刚局长您的说法您的解释，我想我们会里的同仁很难接受。报告议员，我们来检讨改善。因为我去年五月一号来到社会局，那去年就是去年就没有嘛，对不对？是，所以去年没有，现在就没有。如果这样下去的话，赖市长马上要跑到新北市去了， 我们就要一直没有下去吗？局长，那个报告议员，我会来检讨改进，好不好？好，来检讨这一点。谢谢。我想请贵府的同仁不要加重我们跟府内的对立，因为这个重大的庆典是我们议会，尤其我们很多女议员哈，他们都非常看重的。是，可是很遗憾，去年没接到说我们跟赖市长不断的僵持，你们不变怎么样？今年我们还不能够舒缓大家的氛围，何况中央到地方都是他们拿去了，还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该有的胸襟，该有的一个大度吗？这也不叫大度，坦白讲，本来就是我们该参与的，我们自行做一个安排，做一个选择嘛，好不好？局长，议员，今年可能真的疏漏了，那可能我尊重同仁过去的一个习惯，那我同仁哪有什么习惯？同仁是因为赖市长。就是去年同仁没有习惯，过去的习惯我们都有被通知的，局长。做一个检讨，好不好？局长，谢谢麻烦局长再来，局长。谢谢。另外一个 case 哦，我听到选民跟我 complain， 现在如果是我们的老人家，所谓老人家，我们叫六十五岁，事实上也不是老人家，他们去坐车子、坐公车，他们拿身份证没有办法获得。免费吗？五月一号开始。那你们的宣传管道，你觉得够？为什么身份证不能，而非要逼迫他们所谓的一卡通或者社福卡？为什么身份证不是他们的最重要的 ID， 最重要的证明吗？局长，我们希望说能够用敬老卡来取代身份证。那我们也透过各样的一个管道。那通知这样子的一个长辈，那长辈其实我们有24万多，将近25万的长辈，65岁以上的，那有在坐公车，我们统计起来大概不到这个人口数的三分之一。那我们也已经办理8万多张，就是我们8万多张已经超过了三分之一，65岁以上的老长辈，所以这一些长辈有在坐公车的。几乎都已经有了敬老卡，所以他们应该都可以用敬老卡搭乘。显然就是说我收到的讯息，这位朋友他没有办法搭乘公车，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关键点在于说，为什么我们的身份证 ID 不能够
也某种程度来讲的话，让他们能过，因为你很清楚上面年岁所谓的相关资料也有嘛，因为你所有的政策你都不教而杀为之虐，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嘛。今天我的意思说，你有没有一个缓冲期？譬如说缓冲好几个月，缓冲好几个月，可是显然到现在还是有市民乡亲对于不能够用 ID 来这个身份证来搭乘公车觉得很突兀嘛。所以有没有办法？当然这个对贵局来讲就是一定让这个讯息能够到这个二十几万的所谓的敬老这个老人家的这个手边嘛。你有没有办法让这个讯息都能够到？我们在其实本来是一月开始就要做这样子的一个政策，就是一月一号开始，但是后来我们就是延到了五月一号，所以这个宣导期是多了四个月。那在这四个月当中，每一个长辈65岁以上的长辈，只要他曾经搭过公车，我们都透过除了其他很多的管道之外，只要他曾经在这四个月搭过公车，司机都会逐一的提醒他。好，局长，我是说你在刚当初实行这个政策的时候，有没有透过那个再给一分钟？有没有透过社会局下面的各区里系统？有，去跟家家户户都通知到，或者送函件送得到吗？有。好，你都有做到嘛？ 对， 对不对？那显然现在还是有疏漏的地方。是。那麻烦局长，哈。在这个案子里面，如果还有乡亲反映的话，尽量协助乡亲了解整个政府的所谓对这个案子推动的主要原因在哪里。另外一个，局长，现在我们的关怀据点也是社会局的业务吧？是，对，我们有几个？50几个？目前379。对不起，300多个。对。那有没有可能每一个里或者每一个社区发展协会？都有一个，因为我听到了每一个里都有，每一个里哦，我们通通有多少多少里？700多个是不是？多个里。700多个嘛？那你说你现在只有300多个，是不是这样？有300多个。那我知道有一些社区关怀据点不在里，或者来，让我们晚一点讲完。谢谢主席。所以我要跟局长报告，就是说拜托局长。您知道得很清楚，高龄化、少子化，以及我们长辈也许活得老，但是他的健康状况仍然需要很多社福相关单位的照顾救助，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说，所谓的关怀据点，当然局里已经推了几百个了，可是显然没有到每里每社区发展协会都有，没有做到这样。我自己的了解，东区来讲的话，还有一些里并没有做，能不能够变成一种政策，跟区里结合，让每一个里或社区发展协会，因为它并不是全天候都有活动的，是吧？是。哈，怎么样鼓励在地化、在地老化、在地，这都是我相信局里比我更清楚这个政策，所以。喘息服务这一块，关怀服务这一块，是未来局长难逃的重责大任。我们老人家的人口数是不断增加的，我们台南市也是一个高龄老化非常明显的城市，所以我要请局长拟一个清单，让我知道一下我们现在的社区关怀据点它的一个遍布的一个状况如何。好不好？好，麻烦局长，谢谢，谢谢主席，谢谢。感谢我们王议员哦，局长，我想老人家有时候反应会比较慢一点，先导期要长一点，而且要务实哦。透过我们里长还有周这个环境哈、哦，来，我们先请李维应李议员发言。谢谢主席，局长刘局长，刘总，我要签稿，台南区总共有多少低收入户？全部有几户低收入户？我们有，一万出。一万出了哈。是。10124户了。那有几户中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有
救助科9000多人，7000多户。7000多户了。对。中低收入户只有7000多户。确定哦？救助科嘞？不好意思。你卖甲局长提醒，搁坐伫遐。多少？8000多。8000多嘛，对不对？好，那个科长先请坐。局长，我想请问你哦，我们今年度有推动一个台南市弱势家庭居家环境改善实施方案计划，这是什么计划？弱势家庭居家改善就是我们用刚才你业务报告也有报告，对民间的资源。那如果他们家的这个家庭的环境是比较不理想的，譬如我们做过的就是帮他们建置他们的一个厕所啊、浴室啊，还有一些热水的设备，就是那个热水炉等等的这一些，或者他们家的这个。好，这个计划从什么时候开始实施？弱势家庭关怀计划，应该是从去年就开始了。去年的什么时候？去年初吧，一月。去年初到现在，那请问去年初到现在五月多，总共申请了几户？可以请这个比较细节的数字，我可以请我们救助科的科长吗？对，美科长，谢谢。我们核准的案件数是106案，106案啊，吼。那总共发出去最高50000块，所以大概是500多万块啦。不是，跟议员澄清一下，那个50000块有上限的是居家环境改善，是。那住宅修缮的部分，其实我们没有那个。住宅修缮没有上限啊。原则上是10万。好，那里面单纯就是如果购买家具跟家电50000块，总共是几户？不是居家修缮的部分。哦，你居家修缮您5个是用民间的爱心会嘛？我是各公所的行善团嘛，啊，如果单纯是就你们的计划的内容，每个低收或中低收补助50000块是几户？哦，那个是居家环境改善的案子。对，我一开始就是在问你居家环境补助方案案子，你都没有在听。哎，那个目前就是有91案的。91案嘛，对不对？对，91案。核销的流程是什么？局长，核销的流程一下。啊，请科长回答好不好？你也不知道嘛，科长。核销的流程有分成两个部分啊。如果是公所的，公所转介上来申请的案子的话，就是由那个我们这边社会局核定之后，然后公所去就是帮协助民众购买，购买之后单据再送过来我们这边核销拨款。协助民众购买，对吧？所以就是民众先去看，看要买啥。先提估价单去上，送予公所，送予社会局来核销，来核准。啊，恁就发一张核准函去予当事人，当事人根据你的核准函，然后再去家具买，再去家电买，买完之后再拿收据透过公所到你们那边办理核销，对还是不对？是没有错嘛？对对对。我请教局长甲在座的科长。有跟人家借过钱的，请举手。跟有人跟人借钱过？郭员郭科长，你跟我讲借钱过？有没有跟人家借钱过？喝下午茶忘记带钱，那个不算。借钱去缴学费，有没有？有没有人跟人家借钱过？没有。没有嘛？好，那两位科长都请坐。局长，低收入户跟中低收入户，一闹50000块，哎，当先去买家具啊，家电有没有？无嘛。所以恁这个计划服务做一半尔嘛。所以如果是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为着要去买家具、要去买家电，我爱先去甲人借50000块，来甲物件买好好，上单据转去社会局核销。和你们核销的流程，大家拢知影嘛？唔是嫌恁慢，嘛唔是嫌恁无效率，但是根据一般核销的流程，上无嘛爱一两个月啊，甚至有时啊爱过3个月啊。无恁辅具核销的流程嘛足久的啊，可能要核销2个月，核销3个月，然后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他就要跟人家借50000块，啊，一直一方面爱过甲恁歹势，歹势讲啊，唔知影这个核销50000块当时会落来。
啊，我再拿这个五万块，等你们核销下来，然后我再拿去还人家。啊，恁那怎会叫做居家生活改善方案？恁这哪会叫做要帮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没有帮到嘛，服务帮一半而已啊。很多方式嘛，你们可以建立很多爱心的商家啊，是不是？看看会当先互因用，等恁收股，政府也唔惊人倒啊。收股钱拨到甲拨率商家嘛会使啊，对不对？或先请商家，是不是那个先让你们欠，还是你们有钱之后，你们马上直接电汇给商家嘛，对不对？为什么一定要叫低收入户跟中低收入户去跟人家借钱来买家具跟家电呢？这个不合理嘛？局长，这个计划拜托，请你们检讨改善，好，好不好？谢谢议员的指导，谢谢。好，局长现在请坐。郭委员、郭科长，郭科长，我给他签稿。现在这个游民列管几户？几位流民？到目前为止是208人。208人。你的工作报告上有四个工作计划，包括刚才局长另外多讲了一个，给钓竿啊，还有这个拾花取棉做公益，麻豆好幼采收，社区清洁防治登革热，总共有几个游民参与？总共有几个游民参与？你的工作报告还翻？几个游民参与？49人。49人次还是49个人？49人次。人次嘛，几个人？会不会是同一个人有做四个不一样的方案都做嘛？对，对不对？那几个人？你200多个人真的因为你们的努力，然后他开始可以跟社会接轨，慢慢有工作意愿。总共几个人？大概是13位。13位嘛，占你200多位的多少？不到一成的部分。不到一成嘛，对不对？不到一成的部分，那再加上刚才局长所说的开心农场的部分，开心农场总共有几位街友朋友参与？目前有3位。目前有3位嘛，所以加上这3位，刚才跟10几位有没有一样的人？没有。没有一样的嘛，所以还是10几位嘛，对不 对？所以我想哈，这个科长，我想再请问你，那之前你们也有推动一个方案，是购买杂志给街友朋友，他可以去火车站路边贩售，这个计划还有没有继续？目前他们是跟大志杂志合作，目前有2位。目前有2位，所以他们现在已经脱离街友的身份吗？对。他们已经正式有这个工作了吗？是的。那这个计划还有继续在进行？有，目前还有在进行。目前还有在进行。那为什么工作报告上没有？这是你们的成绩，你们要写出来啊。好，谢谢议员提醒。那我想我就是要跟科长提醒，我想街友所需要的，他可能需要长，第一个是长期的维持他基础的一个温饱，第二个就是要用短期的工作慢慢培养他工作的一个意愿。第三，较亲像你头话所讲的，可能甲杂志社配合，伊会当登记，会当有这个工课吼来做。但是我想吼，你这样子，其实你推动街友的服务以来，其实你推动多久？大概3年。3年多嘛，但是3年多只有10几位街友，其实这个绩效吼，你可能爱个加油啦。好，你这个。这个都是短期绩效嘛，你这人次看起来洋洋洒洒很多，结果吼都是打肿脸充胖子，不好啊。拢是人次一个人，我一个人我会当问，会当做足侪工课嘛。他很多不同的短期方案去做而已嘛。你人次写的再多，但实际上经过你的辅导，经过你的训练，经过你去媒介转介，让他真的有长期的工作，其实。再给1分钟，主席，最终只有2个而已嘛，所以老实说，你推动了这么久的计划，甚至可能你之前的一个科长，我想这没有好接哟，也当吼来重回这个社会上，可以跟他的生活接轨，可以跟社会接轨。我相信这是台南市政府做出来长期的努力，
但是我看这个计划恁还阁继续推动，而且要更有力的推动，啊，想办法较认真呢，啊，唔通拢找无着人，高中敢会使答应我？好，听话，谢谢。好，谢谢局长。推广，谢谢。好，接下来照议事规则，应该是本委员会的林美燕林议员。但是陈怡真议员跟林议员做了交换，麻烦陈怡真议员发言，麻烦。谢谢主席，我想请问我们的刘局长，局长，就是刚才我们主席王家珍议员有关心过的，就是这个免费乘坐市区公车，这个就是说65岁以上的老人，他原本是身份证正本或者是身心障碍手册，或者是社福卡都可以享有免费的搭公车嘛。那您的报告上面也写到说，从今年5月1日开始，只有持本市社福卡才能够免费乘坐公车。那局长，到底我们目前有申请到这个社福卡的这些长辈有多少人？8万多。8万多人。可是我们整个在台南，我们这些长辈大概是65岁以上的长辈大概是多少人？将近25万。25万，所以8万跟20万等于大概只有30%的这些长辈，他有申请到这些社福卡，所以他其实他的普及率还是蛮低的。是，那我们有失能老人大概3万多，是失能老人3万多，他们比较没有在坐公车，是比较应该不会用。那另外就是说公车有很多，我们有经过成大的一个调查，就是说有在坐公车的长辈。大概也不到30%，就是大概27%左右的长辈有在坐公车，所以目前我们当然会持续来很卖力的来推这个所谓的敬老卡，但是就是说我们目前就这样子的比例来看，我们8万多就是说针对这一些尤其他固定长期有在坐公车的，我们几乎都已经有帮他们办敬老卡。我想有申请到大概是8万人，是那是不是等同于是常常在坐公车的这个大概1/3？其实这是一个问号，其实很难说，说不定有申请的人，但他不代表他是有常常在坐公车的人。而且我想请问局长，他其实如果我们是5月1日开始实施嘛，那如果5月1日比如他4月30日去申请的这些长辈，他多久可以拿到这一张敬老卡？我们目前大概要1至2个礼拜的一个工作期。1至2个礼拜，是。局长可能收到的时间还稍微短了一点，我们询问在大概区公所第一线的这些工作人员，大概是1个月的时间。那所以他如果在4月29日申请的话，5月1日前，因为我们有在说嘛，5月1日开始我们就取消这个优惠了。那所以如果他在4月29日申请的话，那他什么时候可以拿到这个卡片？可能就是5月底了。那这段时间呢，他如果这段时间呢，他已经提出申请了，那提出申请这段时间他还没拿到这张卡片啊，是因为我们作业的流程嘛，那这段时间他怎么办？他可以享有免费吗？有临时卡，我请我们科长好回应一下。报告议员，对于说如果已经提出申请的话，那目前我们采取的措施就是说他这一段时间他可以那个打票，那打票之后收据票根，在他理会诊完之后他来领那个正式卡的时候，那一并给我们，我们会帮他做一个补助的动作。你说要收集票根，所以他这段时间要先给钱，是给完钱之后最后到你们这边他再去做这个核销的动作，是这样不会很麻烦吗？那我他既然已经提出申请了，是不是应该给这些长辈一些方便？我们是不是有临时卡可以给他，在他这段时间先给他临时卡，然后这样子的话最后真的拿到正式的卡片的时候那就 OK 了嘛，是不是有没有可能这段时间那个谢谢议员的那个指导，那我们来研究来花临时卡。我想因为这个作业是我们的时间嘛，为什么做一张卡要1个月？其实这个未来应该可以改善，因为我们对应该是其实有可能最好是即办即发嘛。那如果说真的流程需要这么长时间，如果设立即将设立印卡中心，是市政府如果设立印卡中心之后，不用跑到高雄对，大概就一天到两天就可以办理，那这样就是比较方便。那这是其实这程序是我们应该是我们要去改善的嘛，所以我们已经争取了，不应该把这个现在的这个过程
造成这些长辈的麻烦，所以我想如果这段时间他已经提出申请了，就应该立即发给他临时卡。那临时卡发完之然后如果他真的拿到正式卡的时候，那就 OK 了嘛，他就可以凭这个敬老卡来搭乘公车。所以应该只要他有提出申请，就应该给他临时卡，让他同时享有免费搭车的这个优惠。我觉得这个才是比较合理的。谢谢科长。那而且其实这些很多长辈，其实他当然会到第一线，是到我们公所去办嘛。那其实这些临柜的其实人员接到这些民众，其实有时候他就说我就是不想要办这个敬老卡哈。那他跟他说，我不跟你如果不办的话，但是你这坐公车就没有办法享有这个优惠哈。就这个承办就被民众骂说，你真是不尊重老人哈，为什么要这样子找他们的麻烦哈。那我想在这个办卡的普及率还没有这么高的情况之下哈，是不是能够再有更长的一个宣导期间哈？因为毕竟对这些长辈来说，这是我们市府的一个美意跟善意。那不要说因为这个卡片造成他们的困扰，因为有时候他真的觉得多办一张卡片他就多一个麻烦或是多一个风险。所以是不是有可能在不要说只有这个社福只有这个敬老卡他才能够不享有免费搭乘公车，是不是在一定的比率的提升之后，我们其实才是不是有可能再放宽一段时间。那其实刚才局长是说现在其实5月1号之后应该就只要没有拿这个敬老卡，他其实可能就没有办法享有免费哈。但是其实我们也遇到说，其实公运处这边很多司机其实他们也会觉得对长辈不好意思哈。有时候他们其实有拿身份证，有拿有些身障手册，还是会给予他们一些相关的一些优惠哈，还是就是不跟这些长辈去解释这么多哈。所以我想，在第一线的执行上，不管是第一线的工作第一线的公所人员或者是第一线的司机齁，面对这些长辈其实大家都是希望给他们最大的方便齁。所以我想是不是要这么硬性的规定说非要这个敬老卡才可以免费齁，我想这个部分应该要再讨论一下齁。毕竟现在在办卡率不是这么高的情况之下，大概只有1/3齁，所以我想是不是能够在比如说起码要到60-70%的长辈都有这张卡了之后，我们才这么硬性的去规定这个东西。局长，带回市府研议好吗？但是应该是市府既定的一个政策，大概从104年就一路在宣导。嗯哼哼，那我们也一直在争取，一直延后，一直延后，是这样子。那我想就是还是在那另外就是说，我们长辈办卡的部分，是我们除了已经争取到，就是说是否设立这个印卡中心，是让它缩短大概1-2天，这样就可以办完，就是立即申请，立即有卡。是之外，另外我们就是社会局，其实这80,000多张是社会局的同仁到各个的能够就是说长辈他们会聚会的地方去临就亲自去帮他们办，就很减少他们还要往返公所的这样子。其实这个部分是我们大概就是努力的在做这个部分，就是加强宣导，加强宣导，然后尽量去提高这个办卡率。对，有机会都会尽量放宽那个弹性跟空间，因为对于长辈来说还是要尽可能的给他们方便。那另外我有看到这个就是局长报告也有提到，就是针对这个发展迟缓儿童的早期疗愈服务，其实我们有提供委托民间团体针对这些孩子做一些早期发展的一些服务的通报啊、转介跟个案管理。那我想我之前就接到一个个案，其实他就是一个发展迟缓的儿童，而且他也已经接受我们社会局这个早期疗愈的这个服务。那他其实也一直在接受服务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但是可能服务到快要接近就学的时候，他其实想要去念幼儿园，公立的幼儿园，结果他去登记的时候才发现说啊，他没有去送进入那个教育局的那个特教生的一个鉴定辅导的一个机制，那导致他变成他没有办法一个优先的资格可以进入这些公立的幼儿园来就读。那当然我当时有跟我们社会局这边了解联系，那社会局这边说好像是我们这个民间委托这个单位应该是有跟家长提醒，
但是可能家长可能有些是没有注意到是什么样，这个不晓得，这是我们教育局的说法。那这是我们社会局的说法，但是家长是说，好像是我们社会局这边没有妥善的告诉他，或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那个都是各说各话了。但是最重要的是，针对于这样子一个这样发展迟缓的孩子，我们知道说家长在照顾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花费非常非常多的心力。那当然，我们公部门应该给他更多更多的协助，不要因为说一点点的环节落实掉，然后造成他后续要照顾的困扰。可能家长不能说没有都没有责任，但是我想我们既然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好，再给一分钟，谢谢。我们也应该请我们的这些民间的这些团体应该要去加强做这些后续的辅导追踪。就算他结案了，但是他快要上学了，还是要多给他们一点关心，因为有时候家长不知道。那甚至有些幼儿园他其实有身障，他或许就可以优先，有些一定要经过这个特殊的鉴定，身障生的鉴定安置才可以。那这个有时候家长不知道，他可能问这个以为有身障手就可以，但是他不知道其实要进入机制才可以，所以造成他就学上的困难。那当然我想很多这是制度上的问题，但是怎么样对这些孩子做一个更好的照顾跟帮助，这是我想我们尽量去做的，不要让这些孩子他其实想要去就学，结果还遇到一些困难，会觉得好像我们公部门做的不大够。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未来就是针对每一个这些个案，其实都应该要持续的关心，尤其他才快进入下一个求学阶段的时候，其实那是更加重要的。所以这部分再请我们局长这边再多加，我们加强委外单位的一个机制。好，局长，那个局长，社会局长，这我想刚刚针对所谓的这个社福卡的部分，显然你们整个的趴数还不到，甚至一半都不到嘛，对不对？那社福卡的目的也不是光去做所谓的公车而已嘛，对不对？那当然贵局的人数这个服务的人员比较辛苦，但是老人，我要麻烦局长用一个同理心，我相信局长在这一块是没有问题的。老人他们对于整个资讯的掌握，对于说政府公部门政策，也许更需要你们耐心一点，多给予一些时间帮忙，让他们确认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否则显然那三分之一有社福卡，那三分之二都没有的情形之下，不好意思，局长，你不可以设计这个，想说这三分之一有社福卡的都去搭公车的。我想这样子的一个关联性，基本上不够更数据嘛，所以我要麻烦局长，社福卡这个问题，你们要加紧步伐。尤其刚刚陈议员在讲的，我们的效率是政府的公部门效率，真的要花一个月的话，那实在是这个效率太离谱了嘛。就麻烦局长带回去研究一下，该怎么样多给老人照顾关怀，而不是增加老人进出的不方便。麻烦局长好不好？好，接下来是我们民政小组林美燕林议员发言，跟大会报告一下，也跟邱议员以及李退之议员抱歉一下。林议员发言完毕，我们休息十分钟再继续。麻烦林议员发言。来，感谢主席哈。来，我们社会局局长，针对刚刚哈我们在讨论的你发展迟软了这个部分呢、你说你这个业务委外给那个民间团体。我想要了解你现在的民间团体到底是几个？你委外民间团体嘛，你把这个业务委外在民间团体，民间团体有几个？我们有有三个，三个民间团体。那你有没有去掌握到我们现在台南市的大部分的发展迟缓的这个部分到底有几个？有没有？我们发展的，我们大概服务总共有这个服务的人次有24000多人次。那我们20000多个，你是服务过的？我们服务过的吗？去年的8月1号到今年的3月，你是服务过的？是，迟缓了有20000多个。20000多人次。那你委外给三个民间团体，只是三个民间团体吗？是。那我请问一下，民间团体里面是不是必须要有治疗师？对，都要。治疗师多少？几个人？他是必须要有证照嘛？我请那个科长来回应这个治疗师的这个部分。哪个科长？
是。来，科长，几个？几个治疗师？他都是合作委外，不是说一定是常住的，跟医院。那大概你有没有掌握到台南市有这种脂软的治疗师有证照有几个？唔知。没有，他有不同疗愈，有不同的。对啦，你到不同的疗愈，大概有几个你要去掌握啊？对对，我想我们为什么会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就是因为有民众、有家长在跟我们反映。吃软了的小朋友在怀过程中必须要有耐心，而且要很快的，就是在发展成长过程中及早去治疗，效果比较好。但是因发现的时阵，因发现因囡仔有这个状况的情况之下去申请的时候，啊，拢爱排队，都要排队，没合也不会那么快，所以家长都蛮担忧的。我在发展黄金的时候，黄金时间，我的小朋友可以治疗的时候。如果治疗师没有在第一时间能够安排时间的时候，因得挨个蛋蛋蛋，这个样子会延迟到他们就是小朋友治疗的时间呐、啊。所以这部分，我想我们很明显看到，我们社会局这边没有好好的掌握在第一时间的资讯呐，还有治疗师还有各方面，你这样委托给民间团体，不是就无代志呀？我们是都没有代志啊，所以在去年我们看看服务到20000多个雌卵儿这个部分，那当然这个业务我们是必须要多重视一下。所以希望你去了解到底现在的治疗师到底有几个，不是委外给别人家都没有代志啊，好不好，局长？好，这个我们都用点心，好不好？因为雌卵儿的教育是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启蒙教育，好不好？好，来，谢谢我们劳工局局长。本是想了解的，就是讲吼，那现主席是不是劳动部有规定讲，30个人以上强制，就是他必须要有订立工作规则，有无？对，就是一个企业内底，伊已经有30个以上，他就必须要订立工作规则。工作电文要送到我们这边来核备。要核定嘛，哈。那我想要请问一下，我们现在有没有规定30个人以上？我们必须在各公司里面能够成立一个企业工会，一样有。现在企业工会有吗？就30以上要成立企业工会，但是没有法则。没有法则。没有法则。那我请问一下，那我们现在台南市30个人以上的有几个企业工会？现在我们的工会大概在54、53、54。企业工会哦、喔欸。对，企业工会。企业工会里面有吗？欸、对。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强制？他规定，但是等于是说他没有法则，就对了，他没有。他没有法则，对，但是有没有强制的？也没有，他只是这样规定，但是就是中央就定这样，就没有说强制的东西、啊。没有法则是不可以，但是你要有强制啊。你去年的一个共有30个人，他必须要强制哦，伊是强制订立工作规则哦。但是你伫岗位内底，你可不是强制他必须要成立。虽然你没有处罚，那很主席的一般的职业工会，那么对有什么处罚？无啊，那么不快点，你不成立，像一些基层工会，像主请的基层工会，伊无成立这个基层工会，那么不处罚。所以，既然这个样子，企业工会我们应该要强制要求企业这个部分一定要去成立，为什么呢？我跟医生说，我们是都有自己在去做辅导了，啊，实在是蛮困难的。我们要推动，要积极一点，而且我们一定要希望他一定要成立，要强制，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在这么多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公司啊，你哪觉得岗位事实上也是对资方、劳方都好的。因为个体出了问题的情况之下，我们必须还是要借重工会来做一个媒合、协调、沟通，包括资方的一些工作一些规则，马上要透过工会来做一个就是让我们劳工知道，然后也完刚怎样。所以这个部分，我想企业工会的成立，不只保障我们劳方的就是权利跟福利。甚至对资方来讲，他可以避免很多不需要的一些问题啦。所以这么两方都非常好的情况之下，我唔满讲，局长你能够就是要求我们的企业能够成立一个企业工会啦。啊，不然你看受理五十几户真的是比较少一点，哦，太慢了，而且太少了。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局长你一定要加强。还有一点，本席从开始当了议员以后，我们就一直在推一个就是劳动检查处啦，台南哦，台南劳动检查处啦。好，我想很准是台南市无劳动检查处，我们现在的六都里面，干那咱台南市无尔，别另外五都都有劳动检查处，一家低哦。我们现在台南市，我们必须要受到我们之前的叫做蓝检所，后进公安苗告五告等诶，跟着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南区职业安全卫生中心，名是一个更新的啦。以前的劳检所再念啊，杨老师啊，这么多的一个名字改变了，改到名现在难喝听，但是问题呢？对咱台南市，我想对咱乐冈来讲啦，我们没有受到照顾到，因为咱很主席，包括在企业这个部分，如果让我们原来的劳检所去检查到，咱个人啦马上就受罚，企业的循环劳我们受罚。事实上，我们辅导企业是希望能够提供一个好的工作环境给我们的劳方。我们不是用处，我们的目的不在处罚，但是劳检所进去的时候，伊予咱劳工局，伊去检查，伊负责检查，结果有问题，处罚由咱劳工局，造成企业对我们劳工局非常不谅解，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啊，针对劳工而言呢、啊，我也觉得本席认为不恰当。为什么？我们需要能够长期的辅导企业。我们要去辅导他，但是人家说无啊，伊将来买去那个要辅导我们企业，一来的直接开罚。有些企业在物资状况之下，伊犯规了，伊违法了，所以我唔蛮讲吼，今仔日啦吼，我们的国文郭议员呐，伊到本身赶快，大家来开会，伊就唔蛮讲咱台南市家己有在自己的专属劳动检查处。啊，盖好一进一个新官啦，一个有主管啦啦，有主管啦，他可以做主了。他现在要去做一个劳动，叫做什么？劳动部的政务处长。所以即将哦，局长，你甲阮国文郭议员讲一下，你即个台南市的劳动检查处是伊一直咧反映，一定要求你爱成立嘞，暂时话伊咧会当做主啊。你是毋是爱甲讲一下？利用开会的时候，或者你积极的提出我们的案子，你改革我们台南市，我们要家己一个劳动检查处啦，那把人赶快啦，为什么我们会没有啦？为什么我们会没有啦？既然郭议员未来的处长长期来有这个观念，你是不是该一旦该讲起来积极一点，好不好？局长，是我这边跟议员做说明啦，其实我们现在除了检查之后，很积极的做辅导啊。刚我在跟议员说明，劳动条件的部分在法的规定是没有辅导期，那安全的部分还有。那当然，我们现在像我们去年底就一直跟南区结合做积极的先导活动，所以这来麻烦再给一分钟。那我们除了这样的一个检查之外，我们来成立那个安慰家族，还有成立志工访视团。做辅导的部分，你讲的没有辅导期，啊，那企业伊都没来咱那法律。但是我们就叫你老为了没有，我们有密集的做先导，對啊、叫他来先导就是那一个辅导期啊。但是，对啊，但是你说你每三打工没有辅导，安尼啦，大家看三块法律是对的。这个是我们做先导就是辅导，但是他如果真正被所以局长检查掉是一视同仁啦、啊。既然我们别的五都都有劳动检查处啦。我认为咱台南市有人有啦，这是当局本身讲的啦，本席要求的啦。其实我跟台讲，我看到咱国文去做处理，我很怀疑。我跟演做说明啦，事实上，我们这几年来我们的成绩比他们有色检查所的业绩都做得比他们啦做得比他们还好。局长，安尼啦，认为你来一直咧搞讲，我是认为是无不成立，没有劳动检查处是你，因为你不成立哦、喔。不是不成立啦。啊、你哪样咧讲？我是认为安尼哦。所以既然这样子的話，我要把我这几年的做的成绩跟我知道我。那个郭文这个部分，你是不是一定要要求？第二一，
不要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以今年长期要求劳动检查处被成立，以一个道处长就要去努力，好不好？啊，你要努力啊，你不要自我排斥啊，啊。好，局长稍微思考一下，那我们休息十分钟，我们接着再继续。
喂，时间到了，怎么？时间到了，怎么大家没坐好呢？来。感谢大家辛苦了，接下来是环雷委员会的委员邱丽丽邱议员秦华言。谢谢主席，那个社会局刘局长，长期照顾服务法在去年通过之后三读通过，预定在2017年要正式上路，对不对？是。那长期照顾服务法十年计划的补助内容里面有几项我不知道说你们现在做的情况是怎么样，因为当然你在这个所谓的长期照顾的这个工作报告里面有列举了非常多，那你知道在长照法去年颁布之后到现在，我们台南市经过评估，他失去那个身心功能超过6个月以上的人有多少？去年通过之后，对，就是说你们比照心智，现在失能的，因为很多人都误解了长期照顾服务法。事实上，长期照顾服务法它适用的不是只有老人嘛，它是指身心功能失去超过6个月以上的，都属于长照法的服务范围之内嘛，对不对？那你所知道的，因为你们现在都用失能来做评估啊，到底你们经过失能评估的有多少人？有对哦，我刚刚吼，你唔通来遮总咧红业务报告的时，全部拢爱靠你的科长啦。安尼你就看迄个叫做教育局、教育部的那个政策一样啦，什么都叫科长回答。多少？你的纸条不是拿到了吗？53,000人，那53,000人里面是属于65岁以上老人的有多少人？哥们，您请坐。那个主任，长期照顾服务法，它三读通过之后，我们现在都以失能来做一个评鉴嘛，对不对？是。那是属于65岁以上失能，跟一般就是不是65岁以上被评估。6个月以上没有办法做身心功能的有多少人？你说50,000多，那65岁以上老人多少？65岁以上的话有32,000左右。32,000，所以在这个所谓的长期照顾服务法未来2017年要上路之后，可能我们适用的补助的对象跟范围，老人其实大概是只有2%嘛，其他1/3可能落在身心障碍跟极度的这个所谓的他后来。可能因为一些疾病造成他的身心功能丧失，是。那么我再请教你，2017年已经要上路了，那我们目前的服务人力的配置做了多少服务人力的配置？因为长期照顾十年计划里面的补助对象还包括了居家护理、社区及居家复健，还有叫做老人餐饮服务、喘息服务、交通接送等等。我想请问你。有关于居家护理跟照顾服务的服务人力，你现在辅导了多少？居家服务员的部分，我们每年大概培训30班，大概就是培训900多人这样一个照顾服务人力。那护理的部分，可能就是回归到护理人员法的部分来做去培训。所以你的服务人力未来这个所谓的居家护理，还是落在可能我们补助各。公私立医院院所去做居家护理嘛，你自己并没有所谓的服务能力的培育嘛，是不是？目前呐、是。那照顾服务，你说你到目前开了30班，总共有900个人次去接受了护理这个所谓的照顾服务的培训，那这一些他们都已经足以能够把我们现在台南市有可能会。落在照顾服务这个服务项目的人够吗？
以人力以失能人口推估的话，当然照顾人力还要持续在训练，因为以留任率的部分，我们目前大概只有 20% 的留任率。虽然我们每年大概都训练900多个照顾服务员，但是以这样的留任率的部分，我们可还要持续来做训练。所以虽然长照法在明年要上路了，我们台南市政府的社会局显然在照顾的服务人力上面，我们还是很吃紧啊。为什么？为什么这些人报了名，30班有900个人次来受训，可是留任的只有20%？原因是出在什么？一个小时180不好赚吗？当然，就是以照顾服务员这样的工作条件来说，他确实是在环境工作，因为他需要到案架里面，他还需要自己付出交通车程，那他的辛苦度确实是比较高的，所以要吸引就是比较年轻族群或是新的人留在这个领域，他确实。在福利部分可能是我们还要继续。你有没有发现来参与服务人力培植的很多都是中年失业的人，因为他们到一般的企业或是一般的工作，他比较没有办法得到老板的认可，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老人在上老人啊，你有听有？我们看到现在的居家服务的品质很多是老人在推老人啊，55岁60岁的在推70岁80岁的啦，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是，目前照服务员确实是中高龄。所以啊，2017年长照服务法要上路，我们没有办法在服务人力，就是照顾服务这个部分去做一个服务人力的培植跟留任，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大一个挑战。我再请教你哈，你在这个工作报告里面，你有写哈，有关于养护服务老人安养的部分，公私立老人安养护含长期照顾机构，我们现在112家嘛，对不对？是，这不是你的业务。这个部分可能住宿型的是老人福利科的业务。好，那李科长，反正哈，你们这个局很奇怪啦，不是自己的业务哈就不了解啦，那也没关系啦。112家，床位49家以下的有几个？有几间？床位49床以下的有那个100家，112家里面的公私立养护机构，台南市49床以下就占了102家哦，这边跟10%高占呢。何店长，你敢还乐？会，你会，当然会，因为长照法明年上路以后。所有的安养机构不是财团法人就一定要社团法人，像这种小型的他必须要自行凋零，要不然就是他要每一个养护机构都被这些教学医院区域医院整个都装备去，依靠财团人的生存，对不对？是啊，你也烦恼，你到现在你辅导了几家？零，对不对？是零。好，您请坐。局长，长照法2015年颁布实施，2017年要上路。到目前为止，我们台南市的服务人力的培植没有办法因应居家照顾，护理人员也要仰赖各大医院院所。第二点，台南市总共有112家的养护机构，有102家床位是在49床以下。那长照法实施了以后，明年开始，这些49床以下的养护机构没有办法符合我们长照的规定。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社会局没在调去辅导。未来啊，咱台南市这病院啊，会全部拢改做安养中心。安养中心比医疗院所较好谈，佮较无医疗纠纷。规定我把102家的这些私人的养护机构全部都把它收回。像全联同款，你看全联多厉害，全联现在落实啊社区超市化，他把那种经营不善的私人超商全部都买下来，以后就是这样。郭中河北哦，中国银行医把中西区、北区、安平区也好，所有辖区里面的49床以下的养护机构全部纳为他自己的法人机构。那你想长照要实施，我们难道不应该有一点谨慎，不应该有点紧张，不应该有一点赶快想想看有什么配套的方法去辅导这些吗？因为我告诉你啦，如果长照法实施了以后，
我把失能的人口送到养护机构去，比我在家我较轻松啦，赶快有补助嘛。所以啊，台南市以后啊，会变成处处都是安养中心，处处都是养护机构。问题是这些不合法养护机构怎么办？局长怎么办？一百块两间，怎么办？你们给他点头啦！我们努力在努力努力来辅导。你今天从头到尾哈，他们也一直都在。我虽然进来的时候是那个王家珍议员在做业务咨询，你打鼓浪工，我们带回去研讨，我们会努力，我们会怎样？你会去想一想，因为还有总咨询。总咨询的时候，我在就长照、长期照顾来给来感谢我们邱燕呐。那我们现在我们蔡一智蔡委员嘛是一个我们的本委员会委员哈，所以请蔡一智蔡议员。好，谢谢主席。在这边想请教我们一下我们的社会局长哈。我延续一下刚才那个林美燕议员，她提到这个迟缓儿的这个就学，这个补助。那我现在就好像这个这个重度身心障碍跟那个迟缓的学习的这些小朋友哈，好像可以申请伴读的这个攻读生或者是这个伴读的人员，是不是有没有这回事？是。那他们的那个经费是怎么个处理法？这个是教育局那边主管的业务。这是教育局，不 是那教育局那边不是你们这个跟社会局申请这个补助吗？没有，他们教育局有编列他们相关的一个预算。那这样是那这样抱歉。还有一点就是说，上一次我们提到那个，盐水那个个案哈，那后来现在有的那个，我们的社工都有持续去做后续的一个关心，那也都持续他们每个月，这一对，但是有去问私底下就是去关心孩子，是那孩子的说法可能不太一样。是，所以我们都有这个做一个比较密切的，在跟孩子做一个对话。那有没有这个那个心理辅导？有，我们都有做一个后续的一些心理辅导或者是团体治疗的部分。对，我希望是说，发生这样子的个案，他都持续有社工，有社工去关心，就是持续有社工是。那有没有去安置？他没有安置，因为孩子觉得孩子说法是不一样的，不一样了。是，现在还是跟妈妈，现在还是跟妈妈住在一起。是，现在还是跟妈妈。那这样是好，谢谢。对，谢谢。那在这边我再请教一下哈，像那个最近这个低收入户，我想，最近这几年可能申请的人又特别多哈，那这个门槛是不是更高？其实低收入户我要分享的是，低收入户虽然他的门槛或者是他的相关的一些规定，虽然在这个法定的里面没有办法去帮忙，假设他没有办法接受到这个法定的帮忙，但是我们会用社会局，就是今年就去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用民间的资源去做一个短期或中期的一个辅助，用民间资源，那让他们可以在突然被停掉，或者是他们申请没有过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下，他们还可以继续有社工的关怀，还有一些经济的一个帮助。我这边是接到一个陈情案啊，就是说，原来是有低收入户的这个资格。那因为他买一部车子，其实他原来就有一部老车，但是因为妈妈现在就生病，都需要用车子来接送，那原来的那一部车子呢已经是不能使用那常常要送修，他就觉得说这样子常常送修那个经费比买新车还来得贵，他就干脆去买一部新车，那是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来申请。
那就是因为他买了这一部新车之后，这个低收入户的这个这个资格就被取消，是为什么？他可能刚好本来就刚好在这个边缘的一个状态，是。那他增加这一个动产之后，公所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核算，可能就刚好过了那个线，啊，那个我们那个计算的那一个线。那我刚刚有跟议员回应，就是说像这样的状况，我们都会逐一派社工到他们家去做访视，那了解如果他只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超过那个贫穷线的计算，那我们会在假设说他真的家中还有孩子就学等等的，那我们会用别的方式，就是非法定的方式来给他做一个帮助。那他应该怎么申请？没有，我们都有名册，没有通过的，我们社会局都有拿到名册。那他有再到那个区公所去申请？不用到区公所，我们的社工会主动到他们的家里面去做访视。因为我现在发现是这个部分是我们新的一个措施，是今年才实施的吗？我们去年底就开始实施，第四季，对，去年底第四季我就要求，就是说我们可以来做这一个部分的一个民间善款的运用，所以他不用再去社工再去公所，是我们社工会主动去找他。就是不用再到区公所去申请，是因为他法定的就是不会过，所以那你们社工间的资源，社工也没有去找他，所以他在这一方面非常非常的困扰。他有三个小孩，一个老妈妈，那个、还有两个夫妻。等一下，我们先确认我们是不是有访视过，好不好？好，我们这边已经陆陆续续都访视。那我是希望是说，像这样子，也许不是只有他这么一件，也许这个申请门槛的这个没有办法过这个门槛的话，对，我们通通会列为访视的对象，但是我们有优先顺序，家中有未成年子女还在就学的，是，我们会优先去访视，是，对，那希望就是说，能够尽快的去访视，要不然。对他们来说也是非常是生活上真的是非常的困难了哈，所以希望社会局这边呢能够多给予再协助了。好的，谢谢议员，局长请坐。谢谢。那个劳工局长，恭喜哈，你们这一段时间劳工局不管在哪一个参加什么比赛，或者是都是得到很好的成绩啊，这个。值得让人家拍手叫好了，哦，都是议员的帮忙。没有没有，这个，这次参加这个劳工局表扬这个模范母亲的这个活动哈，我参加过那么多场的这个活动，我觉得，劳工局办的是最好，也是最温馨的了哈，所以我觉得，可以让其他的局处哈来学习哈，来参观啊，学习。那这边我想请教一下哈，劳工局局长，那个假如说一个劳工因工哈，在工作的时候受伤，那么这个要长期的这个休养，那么像这样子的话，他可以请最多可以请多少天的这个假？当然这个部分要看医生怎么开，但是规定有最长两年。最长两年。对，他当然就要看他的实际状况，每一次医生会开的建议书会给雇主来做请假。啊，因为他也固定医生说万一劳工也一直跟就是受伤完的一直没有办法回到职场上，最多工伤假两年完了之后，公司必须要如何要跟他解中途劳动契约啊，怎么样？一样要一次要给付给他相关的。那这段时间在这个请假的这段时间，在休养的这段时间，他有没有薪水可以领？薪水要照给。是全额。全额。全额给啊。对。那现在就是说，我们碰到一个个案就是说，这个劳工呢，因为他是做这个铁工的，对，他就从那个几楼这样摔下来，结果就受伤很严重。那现在是差不多出院了，出院一个多月了哈。那现在雇主好像一直希望他能够尽快的赶快回到工作岗位了，因为人手不够啊。可是他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去做这个出众的工作啊。那我就说你有没有领薪水？
他就笑笑，他好像也不太敢跟我讲这些哦。我就说想要了解一下，那这样子我们才好跟他跟他那个叫他怎么去处理这样子。那你说一直可以最多可以两年？不是，他要看每一次的诊断的状况。那因为他有规定，是那个医生也叫他说多休息啊，啊长他应该休息啊。应该医师不会一下子开给他两年的、啊，医师一定分阶段的开给他、啊。对对对，他是每一段时间就要去复诊嘛，哎呀也要去医院复诊。那这样子的话，就说那他的薪水是可以照领的。对，薪水照领。那劳保也不会间断。一眼如果这个个案的资料给我们，我们可以去做辅导，跟他追踪一下。那个，因为他也是低收入户了、那他又要家里全家大小就靠他来这个维持这个生计，所以我觉得这种需要协助啊，所以我就想请教一下这个。来，谢谢我们蔡议员。那接下来是我们曾婉雅英，也是本委会的委员哈，所以我曾婉雅英议员来发言。但是在我们曾婉雅英议员还没发言之前，我想要跟大会报告，因为按照我们就是开会的时间，我们会到12:30。那现在有六位议员登记要发言，那可能时间上我们可能要只能到谭碧尔谭议员。所以这边我们大会就是宣布，早上的议程我们先到谭碧尔谭议员，那接下来就等到下午我们继续开会。那现在请我们曾婉雅英。谢谢主席，我被请问咱的社会局长哈，那自从你接任之后哈，我们那个社团的活动经费的批准哈，你可以来报告一下你们的流程跟那个方法吗？是。全部都是一致性的，还是有不同不同那个立场的不一样的一个批准方式？都是一致性的流程。怎么样一样？你可以现在很详细的来告诉我们所有社团的这一些人，还有我们所有的议员，你们流程还有你们批准的方式跟标准。可以在这里做一个报告吗？谢谢议员哦。我是不是简单的先说？那如果您需要更细部的，你现在就讲，不用先说，很仔细的，十分钟可以让你讲，讲得很清楚。大概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案子，那会到我们的人团科，那我们人团科。他们会去做一个初步的一个就是做整理。那整理之后呢，就会到我这边。那我这边之后还会再往上做一个签呈的一个动作。多久的时间？多久批一次？你们准件？我们目前105年开始，我们是去年是没有一定的一个时程。那今年我们是大概原则上是一季一次。那为什么要一季一次？为什么要一季一次？为什么？为什么？是我们觉得，因为去年没有一个固定的时程，那议员也觉得不是很好。哪一个议员？谁？谁跟你建议的？一季一次当然是我们是谁建议的？哪一个议员建议的？不是议员建议，我是说去年我们没有一个。那是谁建议要一季一次？批准要一季一次，你知道有的季节根本就是没有在办活动，是有的季节就是活动很多，怎么是一季呢？我们议会批准你们的，或是我们跟你审核的预算是一年一次的，那以后是不是议会你们也把你们的预算，市府的预算称为分成四季来送，我们分成四季来审呢、可以吗？因为这个我们市政府这边的预算，需要做一个统筹的一个预算分配的额度。为什么唯独你们社会局的民团科要这么做？应该不是只有我们社会局的。那你们是每一个议员都是这样子的吗？是，我们都是做这样子的一个流程。跟这样子有的议员说没有，他们根本不用一季一季 的，他们也没有一季一季的有经费的控制，没有。
但是有些议员来跟我抱怨，我觉得站在公平正义的立场，不应该分哪一个议员。我不知道我是被你们分在哪里，但是我当然是没有这个困扰啦。但是很多议员来跟我抱怨，为什么有的议员是可以很顺利的去申请他们所建议的经费，那一些人民团体就还可以照时间申请到经费，但是有的议员就是等不到，而且你控制人家一季只能多少钱，人家批给你的，我们是准给你们的，或是我们省的预算都是一年度的啊，那你们怎么会去把议员分成两种？不可以这个样子。我们是希望说，希望你们并没有公平啊，你们并没有每一个议员都是一样的标准，这是不对的。我们流程，我站在老师立场，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对的事情。报告议员，我们的流程都是一样的，而且我不一样。你们的议员的报告议员，我这边是没有在耽搁的。我这哪里没有在耽搁？你告诉我，我到我你们现在你把你们告诉其他议员服务处的，你们说一季只能建议多少钱？只能多少？我们是理想上，我们希望在12万以下。真的很好笑。因为就除以四季。那如果对有一季是没有申请经费的呢？那12万以后，那下一季可以补吗？我们会看额度的分配来做一个调整，还是可以，还是可以补吗？那有什么意义？你们分一季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用额度的 一点意义都没有，是，一点意义都没有啊！你一样要让人家申请啊！人民团体已经都苦哈哈了，办个活动，其实他们都。补贴很多，他们还去募款，是不是？你很清楚啊，所有的社区的需求。你这样子，真的是你这样子根本就是在，你根本不是在为难议员，而是在为难谁？人民团体。受苦的是他们，而不是议员呐。议员有差吗？没差。但是这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对的事情。我这里非常慎重地告诉你们，这样不可以。多少额度的建议钱，你就让他们去使用啊，对不对？你这是有什么道理可讲呢？我希望今年度要把这个方式改掉，以前都没有，现在也不可以啊。我们省预算并不是一季一季的省你们的预算。如果要依照这个标准，那以后就你们的预算一季一季来送，这样你觉得好吗？还是合理吗？局长，你现在赶快跟我们人民团体讲，他们一月份所办的活动，现在几月份了？现在几月份？五月。五月份，一月份办的活动经费才两三万。我们台南市政府穷成这个样子吗？三万现在不拨给他们，要等到哪一季？要等到哪一季你才要拨给人家三万块？依序尽快来做一个。什么叫尽快？对的调配。不够久吗？一月份一月初办的活动，现在还没有申请到经费，这样是对的吗？他们都不敢跟你们建议，有的议员也很无奈，但是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事情。你可以现在马上批吗？赶快在我们会期五月底就把一月份的申请经费的这一些全部台南市不管哪一个议员的建议额度，不管哪一个村里或是哪一个社团，在五月底把一月份到四月、三月份所办的活动的经费都批给他们，赶快让他们可以申请到钱，可以吗？请局长你回答一下。我们还是依预算的分配。什么叫预算？预算早就给你们了。是。我们没有砍你预算哎、欸，有砍你们预算吗？预算的。有没有砍你们预算？有砍你们社团经费的预算吗？没有，一毛钱都没有。
为什么？为什么叫依照预算？就是依照预算分配的一个额度。什么叫预算？只有你们局需要这样子吗？只有这个社团的经费需要这样子吗？我想应该不会是这样。那因为我希望这个是能做一个整体的一个运用，然后额度的一个分配。那我们也不会说第一季没有，第二季就不能再可以补吗？因为都还在我们都、就是有意义吗？都还在顺序里面，你们把人家都还在顺序里面，人家钱已经花出去了。一月份到现在，四月份他们都紧张的要死。就是、没有办法在他们办活动之前，一定能够补助他们，但是我们依序来做一个努力。那要多久才可以给他们呢？这个部分你可以来人民团体的我们的科长才报告一下好了。是，像你在一月份到现在没有给的经费有多少个团体？现在多少钱？我跟议员报告一下，议员一向对这社区人团的一个补助都一直非常关心，我们也持续跟议员服务处这边有做一个。我跟你讲，不关我的事，没有，是很多议员来报来跟我讲抱怨、啊，我说应该你们不会啊，你们不会分什么议员。对我们真的没有分什么议员，那因为预算虽然有，但是他们也觉得这非常没有道理。可是。预算虽然有，可是他没有一次全部都到位，钱没有说所有的预算全部一年的钱都先给我们分配给我们，所以他是按季分配。所以是主计或是财政处吗？他是按季分配裁员给我们，依照预算数分配钱给我们。那以前呢？我们以前没有依照季节，因为以前其实这样的做法，就是因为以前也常常就是没有钱。那再给一分钟。就是我们核定了没有钱给人家，这样子在我们预算的调度、经费的调度上是有一些困难的，所以基本上我们只要有议员有关心，有所有的议员，我跟你讲，人民团体对我们市政府这件事情非常的不能认同，哈，你们这样做是在害市长，不是在帮他，所以我希望你们把这个修正过来，哈。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我们来努力，赶快有钱就赶快给人家。有，我们有持续在预算那么多，人民团体跟你们申请的非常少，好，不是跟人那种大金额的，大金额你们给的很快呀、啊，是看团体的吗？没有，我们我都觉得应该要公平公正才对的，是不是？所以你们不要再害市长了。赶快把钱给这些人民团体，好不好？谢谢，谢谢议员的指正，谢谢。来，感谢。不过局长，你刚说的是一个议员来，就是建议公爱祭神呐、啊，是不是？你只能是这样讲。啊，我跟你讲，我这议员跟你讲，请你较紧嘞，你们审核太慢，三季用计，三个月用计去审核。如果一月份申请的话，你三月份来审核通过不通过？钱拢开了偌重啊，办了偌，你唔知咧创啥物啦？第二，你们审核速度慢；第二哦，通过以后申请款项也很慢啦。所以哦，年初一月份的活动啊，到现在已经半年了啦，审核还没通过，接了公文还没给，这些人怎么办？你干脆你讲讲哦，我们都不补助了，会掉，不要让人打个干嘛讲哦，一个期待在那边，速度太慢了。你给他只能讲一个议员建议，一个议员的比大个议员较大吗？所以我们现在所有议员同意了，你用这种审核，不用继续做审核了，钱都给你们了，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啦。我们的预算年底之前就给你们了，你们可以通过这些预算的使用，这已经很明了了，为什么要等到计审呢？局长，可以吗？不是努力就是这个样子，以前可以做，为什么现在不能做啦？我当作以前是 gay， 以前是违法了，现在才对吗？欧北来，来，我们接下来请我们李翠芝李议员，哈。谢谢主席，局长，这个预算的分配数哈，其实是行政机关做内部管理的一个手段而已啊，跟你如何去面对。议会、民意机关，或者是如何去面对其他外界的各方这个人民的要求，没有直接的关系啊。那其实
不管一个议员的建议额度是30万、50万是多少，他一年就是这么多嘛，那你可以准他，就准他啊，在他额度内就准他啊，他高兴在母亲节就把它用完，高兴在端午节就把它用完，那是他的事啊，那是他的建议权啊。你们内部重点是什么？有窗口去跟他提醒说，善意的提醒说，哎，潘社议员，你建议的吼，建议已经30万哦，已经准了，已经30万哦，可能要控制一下，就这样而已啊。啊，至于他要什么时候请，要什么时候建议，那是他的事啊。啊，你用你的内部的预算分配的控管来去跟议员那边他妈格格敌，你是自己把压力揽在自己头上嘛？你会不会觉得你我刚刚听邱丽丽议员在讲我们社会局的长照等等的，我觉得已经百废待举了，你还把跟议员在那边纠缠的事情揽在自己头上，你不是自己找麻烦吗？这个不用努力啊，这一点都不用努力，你就照议员建议的额度去把它准下去。至于核销的程序，慢慢走，就让主计去跟财爷那边伤脑筋就好了，对不对？啊，反正你的核准函出去了，他最后要去核销的凭单，他最后可以拿到排到多久，还是爷代志啊？啊，干嘛把压力留在你社会局？报告议员，我也很希望能这样。啊、你就这样做啊！你是你，因为你这边从你带你来这边当官，已经当一年了，已经当一年了。这些事情，不是说全部的压力都在你身上。你不是总联络人哦，你不是府会总联络人。这个代志唔免你来迄、那个。好，感谢议员。我跟你说哈、哦，我请教一下，你刚才说104年到现在宣导那个什么东西啊？社福卡跟老人的那个一卡通这个东西宣导一年了，是不是？超过一年了，啊，办卡办了多少？8万哦。8万多张，八万多张是老人的部分。那为什么那个办那为什么那个发卡机到现在没有下落啊？发卡机因为市政府他之前并没有设置印卡中心。那最近这个印卡中心很困难吗？因为他那个就是八万多，刚才说多少？我们老人总共多少？25万，将近25万，是不是？是25万，是不是？是25万张卡，你去问一下，好、哦、，Costco 卡、汤姆熊卡、星光三月卡，他们的会员数有没有25万？他们有没有？那为什么他们可以一次至少4、5、6台在那边随到随办，还马上帮你拍照？为什么？报告议员，我们就是过去你手上除了社福卡，你的潜在客户数25万，是社福卡包含什么？老人、身障，还有嘞？还有爱培卡。嘿，对，啊，这全部25万？没有。不包含25万，只有老人的部分。那其他嘞？再加起来，加上身障的部分，我们有9万多的身障。所以34万、35万是35万张卡，不值得台南市政府去跟一卡通公司谈判。有，所以已经要建置6台的印卡。6台是给谁？6台给民政局。6台给民政局，啊，你们呢？就是我们的也在民政局那边同意，至少每一个区公所给2台，可不可以啊？这个要看民政局当初他们签约的一个过程。卖家含班呐、啊，自己手上有这么多资源，在争取看看社会局自己手上有这么多资源，全部不管你放在户政事务所也好，还是放在公所也好，每个公所2台不为过吧？是不是？你们还要派人去办呢、欸？你们派人去办，比在公所设2台会比较差吗？本席实在不了解。身为一卡通公司的董事，请问一下，在一卡通公司，台南市政府的法案代表派谁？应该是民政局或交通局。派谁？民政局长，财政处。财政处，啊，你这个法人代表的董事会内底是敢会晓恭维啦？我们全台南市
上百万张的卡，都不会争取股东权益。有，所以财政处长那一天有争取了六部要到台中政府来。六部，对，我听到两百万的市民，还有可能要来台南买这些纪念卡什么卡的，是六部，光是你们自己就35万张，你能接受吗？你能接受吗？你告诉我。我们是很担心那个速度。你担心？你从到你从头到尾就是担心努力，担心努力，具体做法是什么？我们会争取看社会局这边。你具体的开出你的要求，对，具体的开出你的要求，具体的开出你的要求，去说你社会局要几部，然后你要怎么去运用，几台 notebook， 几台印表机，如果你需要，还需要行动版的，这个有两个问题嘛，硬体要到位嘛，资料库要连通嘛，就这样子而已啊，是，就这样子而已嘛。啊，一卡通，哎、欸，那个严格讲起来，我们台南市政府是，包含我们台南市民，都是股东哎、欸。一个公司如果连股东权益都不会照顾的话，啊，这个公司该没赚钱，我深深怀疑啊。而且股东会不会去保护自己的权益？你们也算大股东之一、欸，如果说代表人是某一个人，你们背后。你手上握有35万张卡、欸，怎么反过来好像我们被他绑架了嘞？不对吧？另外，我请教一下，刚才在讲，你知道小英他推出有关长照叫什么、啊？总体他们政策叫什么东西啊？长照2.0。啊，他预计一年准备在长照要用多少预算？300到400亿，他预计税收加预算。要300亿嘛？不，400亿，四百亿。400亿，对。这400亿里面，你准备怎么争取？你准备怎么争取？本席跟你分享一个事情。是。上一次的治水预算8年800亿，全台湾，台南拿最多。现在开始的6年好像660亿吧，一样到现在为止也是台南拿最多。这当然有它的问题，因为台南本来易淹水地区就多，可是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水利署长那天跟我说，说你们台南市的水利局真的很棒，因为每回一道葵，执行率非常好，给他多少钱，他要多少钱，水利局我们台南市的水利局通通按进度交成绩出来，所以他也很放心，可以全。在800亿的时候拨100多亿，快200亿给台南，现在600多亿一样拨到安怎，和把管协留位的清分呐？为什么台南都拿最多？现在长照即将上任的新政府，一年要有400亿的预算，你要怎么拿？你要怎么拿？我们30班的照护员一年900个，没有我们台南市政府花钱哦。你知道人力不足对不对？那为什么台南市政府不花钱？为什么？我们现行的状况，我们的长照，目前每年编的预算大概4亿左右。这个是哪来的？4亿就是我们已经是预算吗？是预算，对。那都用在哪里？就是长照的居家服务啊，家庭托顾啊。还有送餐啊，还有这个交通接送等等的这一些长照的内涵。那这里面他说，这里面他说是小英的长照2.0里面有说卫生所要转型，你知道这件事吗？他要转型成什么？社区健康中心。社区健康中心是。那我们台南有什么？我们台南有什么？我们有台南有什么可以跟这个接轨的？我们有社区关怀据点，对，我们的社区关怀据点跟我们的卫生所在长照2.0里面怎么样提出计划来结合成一体，去拿钱啊，去拿钱去。来，再给一分钟。几分钟？几分钟？对啊，再给一分钟。没有，你光在那边说你会努力，但是你没有具体的做法、具体的计划，人家就算要给你钱也给不出来啊。今天小英的长照2.0，它不是昨天才蹦出来的政策、欸，哎，
他已经拿出来讲起码一年了。那你觉得小英不会上吗？你一年前你觉得小英不会上吗？如果你觉得小英会上的话，你早就应该交代你下面的这些科长跟政策单位去研究会上的总统候选人他上台之后要怎么跟他要钱啊，对不对？本席在你刚去年五月份上任的时候，本席就问过你两个问题。第一个，我们现在台南市的所有的社福预算绝大部分都是法定预算，而且绝大部分都是中央来的，我们市款到底用在哪些地方？第二个，你来当社会局长，你要给来啊，社会局长知道了哈。我想哈，针对那个活动经费的部分哦，好像每个人都受到委屈了哈，因为这类预算呢，本来就是在年底就已经通过了，每个议员都有额度，是额度内的，就是一个就是运作而已。所以我觉得社会局局长哈，你必须哈，针对活动经费的申请呢，本席在这边做个建议了哈。社会局应该在主办单位闻到两个礼拜要完成审核的动作了，以便主办单位如期来办理活动。这个部分，我想社会局局长你要记到了哈。我们闻到一定要通不通过，你一定要赶快给主办单位一个文啦，卖好难大家鸟鸟款底下咧咧会期待。那现在我们的接下来是我们赖慧玲赖议员哈。是社会局长，我想衔接刚才我们议会的议员他讲的，就是说社会局的未来的社会福利愿景哈，你有一个较好的看法无哈？我伫遮先给你请教哈，针对了2206地震，就是说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比较关心的是受灾的儿童哈。局长，这一次的善款有多少钱？收到多少钱？这个地震，咱台南市政府收到多少钱？41.9亿，接近42亿。对，这么庞大的一笔金额哈，我比较哈在乎的就是说，有四个孩子是存活的，是不是？有四个囡仔，父母双亡的。对，父母双亡的。就是说，我们社会局是不是有介入辅导？就是说，受灾的儿童。父母双亡的，也后续的一个教养的延续，有你有做安那一个准备？在经济的部分，在慰问金的部分，我们有安排这个信托，这四位孩子他都能够把他的慰问金或者相关的，不管是法定的或者是善款，或者是还有更多的一些民间单位他们的指定用途，大概都会进到孩子的这个信托专户里面。所以你觉得说这个四个孩子基本上他可以就是说是被照顾的，也会照顾的很好的？我认为是目前他们的资源应该是够的，是够的。因为他们的教育大概开掉这四个孩子花掉你们多少钱？一个是高中嘛哈，一个是高中，两个是小学嘛，一个是小 baby 嘛，一个是 小孩幼儿，大概会花掉多少钱？每一位的状况可能不太一样，因为我们设定total总数多少钱？我跟你说，局长，我们设定他们，我现在在告诉你，就是一个概念上的问题。来，本席再请教你，在去年我们社会局我们的公益彩券编了多少钱基金？去年我们编了13亿多，十三亿多，然后执行率多少？99.53%，所以非常高。今年编了多少？今年我们的用途是编了十亿多，但是我们目前预估的到了失业执行率多少？用到多少了？3亿多，3.2亿是。嗯，好，在这个公益彩券的部分里头，你对我们整个弱势，从就是弱势的家庭哈，尤其是托婴的这一个区块里头，你觉得？社会局做的好不好？托婴的部分，
对，我们弱势家庭哦，我们讲弱势家庭啊，弱势有真多，伊就是北部拢爱出去上班嘛，对不对？可能是他的孩子需要阿公阿嬷啊，万一阿公阿嬷又老迈了，没有办法那个帮他们带小孩的时候，是不是需要借助于公家的一个托婴的一个机构？是不是这样子呢，局长？不过跟议员报告，就是说我们的这个54家的这个托婴中心，事实上名额是没有满的。那所以托婴中心事实上是可以，还有我告诉你，这个是没有优惠的啊。你贫困弱势的家庭托婴是有优惠的啊。我在整个就是找出来的一个资料里头，就是台南市提供弱势托婴的名额，全台南有几个名额？你敢怎样？105个名额。105个名额，然后西北地区分配到几个？西北地区你分配不到25个，然后更夸张的是在新营你只分配到2个。那你知道新营每一年的新生儿出生率多少吗？本席跟你做一个报告，一当哈。就当差不多有接近500多个孩子，在101年是608个，102是559，103年是549，104年是543，大概平均只能抵500至600，然后我们只分配到2个名额，然后这2个名额还没有一个政府公办的一个托婴中心，让他们来托婴这些弱势的家庭，他必须要照顾的婴儿。局长，有什么样好的方式吗？你有没有一个因应的方式？有没有？我们努力在规划，我们希望就是可以带回去做一个检讨。对，看托婴中心的这个需求。那另外，我们也将在社会局长是一个非常有爱心，应该是要一个。非常有爱心，然后就是说非常有一个公益观念的一个局长。你在去年本席在总咨询跟你建议，9月的时候跟你建议，就是说是不是可以在我们西北地区，在我们新营利用我们的闲置空间，就是代表会这个空间来做一个儿童福利中心、社会福利中心。你跟我讲可以，那你预算编了没有？你中央有700万的一个补助款，你市府你只要再花个210万，安尼你就做会成安尼。无啦，市政府可能因为总预算大概接近2000万，总预算大概接近2000万，啊，我争取中央才700几万，啊，所以市政府加挨个投入1000多万。那目前跟议员报告哦，目前我们已经进入这个要做这个。执照更变更的这样的一个程序了。你觉得以你这样子的一个进度，现在才到执照要进入变更，那你今年可以看得到吗？今年我们希望看在11月之前，我们能够完成执照变更，然后如果可以营运，可能要明年初。营运明年初啊？是。局长。因为那你给我保证，我马上叫主席做成差事。我都要被公立起诈骗集团呢。我说一个社会局长应该是要非常有爱心的、有耐性的，然后你所承诺的一个社会机构是要说得到、做得到。况且你中央已经有包走款了，谁那你似乎你还是这样子拖拖拉拉，你要跟我讲说你资源不足吗？要我秀出这样子的一张看板，告诉你说，你要告诉我说资源不足，所以说整个西北的社会公共福利，不管是托婴，不管是低收入，不管是这些贫困家庭，你们全部都要牺牲吗？告道理，无道理哦，局长，为什么没有道理？你有一个公益彩券基金啊，你公益彩券基金你在里头规划的。我跟你讲，你的安平那个育儿通中心，你编了多少预算来？我问你，安平这个一个非常指标的啊，你一天编多少医生？家庭福利服务中
主秘，你告诉局长。家庭福利服务中心吗？社福大楼的这个社区的一个幼儿托育资源中心。你的安平儿童福利中心编了600万，你的托育资源中心编了336万，对不对？是。那西北呢？所以我们可以帮嘞。我很努力在这一个区块代表会的这个部分。金姐，你知道，在这种人口的结构性，其实在西北地区也占了很大的一个部分呢、啊。结果你竟然在这个托婴的社会福利里头是这么薄弱的，有没有进步的空间？局长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K 报都无啊！啊，即嘛中央捐出掉700万，结果你还拖拖拉拉的。去年9月，你已经跟我承诺了，一定会盖。你刚才还告诉我说，在明年1月份的时候，你要开始营运，有可能无？无可能啊！我们整个行政程序，你现在连你整个硬体的一个建筑的一个变更设计都还没开始，安尼要努力也没用啊！你整个社会局有这么多的一个人员好用啊？我觉得应该是你的决心问题啊，你的决心没问题。你长期。你就在家扶中心担任主任这么久的一个时间，你当然更知道，就是说贫困家庭他所需要的一个资源，更需要就是说我们行政机构一个积极的作为。就你待在那个位置的时候，显然你是非常的怠惰。局长，我好你回应一下，麦隆我讲，主席再给我1分钟的时间，用30秒回应我刚才提出。我到社会局，其实我一直在突破一些困境，财政的困境。那这个财政的部分，事实上你财政没有困境，你的社会，我告诉你，你的基金已经可以每年不同的编，有当时也可以编13亿，有当时也能编10亿，就是看你有没有作为啊。你有作为的话，你上面的长官会支持你啊。对吧？那另外，我的很大的一个使命跟重点，我希望能够将伸出去的家庭福利服务中心打造成服务为导向的一个据点。局长，你不要背理想给我听啊！你现在已经在那个位置了，了你应该有积极的一个作为。你光是弯 K 包一个儿童福利中心，你做哈久你都做不出来，这不是无钱呢，是有钱给你安呢。中央有补助款。700万啊呢，咱家己爱搁开爱搁千几万，千几万算啥物？你一个基金都10几亿啊！局长，你真的要加把劲的啦！我想社会一些关怀哦，真的是不能等待的啦哈！所以我们社会局这边哦的工作，应该进度要比更。很多人更应该要多用点心，然后跟我们在座的就是市管员说抱歉呐、啊，哦，大家再忍耐一下，我们就最后一位早上发言的唐碧儿唐议员，请他发言哈、哦。好，感谢主席哈、哦，劳工局王局长哈、哦，有听哦，咱劳工局有发行哈、哦，基本的这个就业快报哈、哦，对不哈、哦，有听、哦。啊，恁这個就业快报吼、哦，到底是寄去对呾，寄予谁看的？有滴哦，咱一般少年人吼、哦，咧求职啊吼、哦，是透过网路找工作的居多啦。那这样的就业快报，月报人的年龄层，有没有劳工局有没有做过统计？我跟唐演说明，实际上我们是多元的啦，所以我们没有一个唐演工作好好找 APP， 所以我们是说希望能够多层面的能够呈现我们就业机会。可是局长，对，咱即马吼中高年龄啦，失业也有够侪啦。对，你看咱这個就业快报啦，字体这么小啦，你的字体那么小啦，也没人看，他们要拿放大镜看。要拿放大镜看，不然看不到，看不清楚。
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改进的所在。中高龄事业在那拍催啊，头路在那拍催啊，工作就很难找了。你这个就业快报，这个是利益良善，但是问题是你字体这么小，因根本都看不到。那你这利益良善的政策完全不好。好，谢谢议员的建议，我们来改善。哦，好，有的你要看哦，来你看嘛。我看不。这样有，这难道前面是看得到了？啊，但是如果真的，啊、所以我讲一点，中高龄的地儿啊，哦，绝对爱得放大镜，那才看得到，是不是安尼？你看这字体，这细字啊，啊，这细字，你看这细字，免哪看，提放放大镜看嘞。好，这个我们做改善。哦。啊，还有吼，局长，迄个好的企业啦，咱来鼓励吼，爱个标扬。但是呢，坏的要淘汰。好企业跟留台南是市民的这个福气啊。但是呢，坏企业呢，局长，你敢知道新北市的劳工局啊，有一个劳动检查。立即 Go APP， 有同你讲怎样？这个部门在过期了、啊、因为 APP, 那个劳动检查 APP 的部分，实际上我们现在是做那个工作号的 APP 的。你讲哦，手机拿起来就可以收证了。云端检举立案，局长，我们会不会跟进？会不会啊？有困难吗？人新北市做会到，你现在做袂、這個、做袂到吗？这个我们来研议一下。啊？这个我们研议，因为这个是也需要经费。如果立言建议，这个是我们可以研議。这足重要，局长你袂感觉这足重要吗？哦，不要再研议了，马上做。在定期大会之前，马上做，这个非常简单的事情。这个 APP 不是到定期大会马上可以做完，因为我们现在去做城市设计，我会去努力啦。啊，你讲要到定期大会，甲你做应该，我会去努力。我给你时间压力哦，啊嘞，你可以加快你的脚步啦。好，我会去努力、啊。我会去努力、哦。对。好，谢谢。来，我们社会局刘局长哈、哦，局长，你看没？这一则简讯，警政署165专线提醒你，歹徒假冒医院检警机关，由境外篡改来电诈骗，请关心家中。年长者建议申请市话手机拒接国际电话，以预防诈骗。有听哦？这个简讯你知道吗？知道，知道了哈。是。好，那局长，你看这个简，这防预防哦诈骗的哈，啊，你有什么看法？应该阮的管道就是有长辈的这个关心的家庭，爱去给因宣导。譬如讲，咱的关怀据点，啊，甲咱的这机构，也是讲咱的独居老人的部分，会去甲因做这个宣导。惊伊讲，因无一定会看到这个简讯，所以咱爱搁口头，爱搁去甲因说明，啊，去甲因。所以局长我来讲啊，吼，其实就对了吼，伫即马吼，这个社会这个时代就对了，可以几乎是说吼，人手一机啦，甚至有加两支电话啦，两支手机啊，所以吼。咱这些独居老人，哦，咱社会局关怀这些老人的这个服务，有没有加入这个预防诈骗？咱拢是用这个口头去甲因讲，嘿，用口头去甲因讲，风湿的时候去甲因讲。我讲啦，局长，像你这年纪，口头甲讲一点，伊就袂记啊啦，马上就忘记了啦。是，迄个年龄很健忘嘛。制作那个单张，我们来制作单张。所以局长，你也了解呢。如果拒接国际电话啦，伊若住伫国外的后生查囝啦，哦，打电话回来被拒接，是会不会造成更大的问题？会不会？有可能，有可能就接不通了。对呀、啊，对。所以局长在独居老人里面，那处理说申请这个市话手机，然后拒接国际电话或是预防诈骗，我们社会局里面有没有配套？因为。
议员你足神奇，因为这是这几天的简讯嘛，哈，这几天的简讯啊，所以讲这个部分，阮会过来看，要安怎？因为咱会更加紧。伊发简讯的这个单位，我讲哦，看会当要安那，会当像他拄仔讲的讲，佫未拒接伊的子女的这个电话。啊，所以吼，我们要加快脚步。是。现在这个诈骗集团的对人吼，手法翻新，愈来愈紧，哦，愈来愈新，你知影？所以我们根本赶不上人家诈骗集团，哦。所以如果我们社会局这个措施要落实的话，安小一个甲警察局。有没有做横向的联系？咱甲警察局拢，譬如讲咱迄个紧急救援系统，都拢甲警察局联系。所以这部分就对了哈，咱嘛是爱甲警察局做横向的联系啊，对不对？是。哦，局长，咱台南市65岁以上的长辈啊，大概吼占12.5%，差不多23万人啊。台湾老人吼，台湾老人。失能率占12.7%，以此类推啦。咱台南市潜在需要服务的是29000多人。有听哦，人蛮高情贵的人呢，你人力够不够？在这个照护员的部分的确有困难，就是咱头拄仔讲的，就是咱训练了这个留下来工作的，大概都1成多，不到20%。所以这是上大的困难。啊，其实这嘛是长照2.0内底，阮一直咧呼吁的，就是咧呼吁这个部分，就是讲怎么样让他们可以留住这些人，训练后他们愿意真正来做，这是上困难，啊嘛，但是是上重要的部分。是。对对，咱台南市吼，目前吼有几台道宅的这个沐浴车。目前，咱6月开始有2台，咱即卖已经2台啊。2台，但是6月第二台，6月，咱拢总4台。没有，6月以后，第二台才会开始运作。哈，啊，咱过去拢1台伫民间嘛，啊，咱社会局，咱全国只有1台。对啊，伊过去。咱过去增加第二台。对，啊，但是咱安尼增加第二台已经是伫全国内底已经是足头前啊。做头前是，你确定一台呢？你确定吗？是，我讲你听啦，确定。有这个，你有针对吼，有需要的这一部分的老人的需求有偌济人无？咱的需求需要去居家沐浴诶，咱差不多有统计无？咱差不多700几个人吧，吼，哦，400几个。400几个，啊，咱过去一代的时阵，一年差不多服务100几个人，所以即马第二代了，咱希望讲会用优先客北的部分，甲偏乡的部分。咱即马道宅的沐浴车吼，还佫有收费无？目前是，第一代是有，第一代有，因为伊是民间的，一个人一遍，那无低收，无中低收的，一届600。一届600，是，啊，你当偏乡嘿哦，那是基金会，民间的基金会咧做。偏乡嘿，拢是用做善车的偏乡。是啊，所以咱才会去装这第二台车要来做服务。所以你若讲收费哦，哎，600块是不少呢。所以咱就是讲咱。啊，你有甲补助无？伊收600块，今年开始，今年开始要做补助。要甲补助？过去无？补助偌济？咱希望讲看会用降落来甲300块无？300块是。来，再给1分钟。无福利新婚的啦，低收入户是免钱呀，哈，低收入户免钱，嘿。但是因为咱即款高龄化啦，所以吼、哦、需要这部分吼、哦，诶，即长者吼足侪啦。虽然但是咱有足侪观光化，咱有个增加一台沐浴车嘛。是啊，哦、但是咱除了2台沐浴车以外，家己完报告，咱其实有几啊款方法。一个就是讲咱的居家服务去厝内底用甲咱的这长辈洗身躯，唔免用到沐浴车。咱甲补助300块是直接补助这个慈善团体，咱的民间委托咱民间来做。民间嘛吼，是。啊，如果社会局、啊、哦，咱若自购沐浴车，并且培训我们的工作人员，
给他薪水，这个有定你弄了可不可行？这较困难的原因是因为一台沐浴车其实买车较简单，虽然200几万，但是较困难的是后边营运呐，就像咱的富康巴士，哈，一年要1亿的营运费用，啊，一台沐浴车要3个人，大概出去洗一盖身躯拢要3个人，这是一定爱的啊。谭爷，下午第二次来，再来哈，来，谢谢哈。我想社会局局长，你所关怀的一些业务哈，都比较弱势的，包括老人，包括一些就是比较弱势的一些族群的哈。所以我想你第一手的资讯，像阮谭爷讲的，简讯发到大家都冇懵应啊，民意代表拢知影。我想社会局你要去了解第一手，今年主席我们的这些比较弱势团体，或是一些老人家。是不是也受到这些诈骗？哦，伊唔知影的资讯呢，这个错误的资讯，你们应该想办法赶快去处理啊！你唔是我大家都知影的时阵，他甲恁讲的时阵，你该做这个就是协助的动作了哈。我好安尼无，事先的预防非常的重要哈。所以你们这些工作人员真的要加把劲呐、啊。那对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所以你第一手的资讯，你知影很准时，社会有这种代志的发生。你来赶紧处理一下，好不好？再见哈、哦、，OK。那我们现在时间是12:47呐、啊，距离我们原来开会的时间是12:30，所以我们延迟了将近快20分钟，所以我们今天早上的议程到现在就结束了。那我们下午的议程，我们就等到我们从2:10。哦，2:10才开始哈，啊，感谢我们今天的两个单位跟所有的议员哈，谢谢。2:10啊，大家辛苦啊，那局长来，社会局局长来，这边有两个哈。